今天我们讲这个不要让信仰脱离生活第26课啊，今天主题线就是说，那么移民到上帝的国家啊，关于这个移民到上帝的国家，分为两个部分讲解，一个是一个总体性的，一个现在呢我就把这个国家分为一个总体性的，第二个就是个人性的，总体和个人，国家概念，一个国的概念，一个国的概念，然后呢就是。先从国的概念，因为我以前呢，然后再讲个人，就是说，先讲国，再讲个人，又把这分为两块讲。因为关于国的概念，我相信大家们可能很少听到，或者说你们应该有常识，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识，因为一般情况下应该是有一定的常识性的，也可能你们真的也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理解的事儿有常。这个对于国家概念，应该每个人都有常识啊。我先念起这个经文啊，就是说在旧约时候。那么过了这是在这个民数记13章25节到27节，过了40天，他们打探完毕，返回营地，他们来到巴兰的旷野。那么加里斯向摩西、亚伦和以色列全体会众汇报，那么当地的果子啊给大家看。他们对摩西说：“我们照你的指示打探了一个地方，果然是奶蜜之乡。”那么这些呢是那里的果子啊，包括这个新约时候呢。你说新约时候谁是打探的，也是很有意思。今天也不是今天吧，因为前几天我在想这个事儿。旧约时代打探者，新约时代谁是探子？约翰，对，使徒约翰是个探子。为什么说使徒约翰是个探子？对吧？什么？你说探子？你说旧约时代那个，你像约书亚、加勒，他们探子探什么呀？他加勒美地，他加勒美地干什么呀？看什么呀？探子就看什么呀？他们去那看什么呀？看什么呀？不是，你们这不知道看什么呀？资源啊，资源啊，对呀，各种分布。你想想，那么人家那么耶和华神把他们从埃及出，那么埃及是不是他们的家？嗯。是啊，当时以前世界，当时埃及是不是他们的家？不是他们的家园，行吗？不是。那么，如果是他们的家园的话，他们为什么当奴隶？对呀、啊，就是嘛，是他们并不是，他并不是他们家，他们当家做主人都是埃及人，对不对？嗯、他们只是在那里面当奴隶了，啊，就是工人，最低阶段，你知道吧？连埃及的身份都不是，对吧？因为他们说你是希伯来人，他们连这个。埃及的这个身份都不是，他们连这个埃及的享受，就是享受埃及的最低的都享受不到，就最低的人，就我是个埃及公民啊，你是希伯来人，你是以色列人，你比我低下，你知道吧？能明白吗？就是他们连这个最低的居民享受他们享受不到了，他们就是个奴隶，对吧？是不是？对不对？我再问你问题，你很有意思啊。那为什么在这个新这《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注意细节啊，他们一听到这个保罗跟希拉是罗马人，他们这个反应如何？罗马公民，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注意细节啊，罗马公民，对，他也是罗马公民，这很有意思啊，像保罗使徒啊，希拉，他们两个配的都很有意思，他们两个人都是罗马公民，都是罗马公民。当保罗被打的时候，那个保罗说我是罗马的，那个人怎么放了他？放啊，简单的放了他，你开玩笑啊，你说罗马公民啊，他是罗马公民，你知道什么意思？当时以色列国家是被罗马统治的，对吧？你打罗马人，没有凯撒，就是你想随便杀罗马公民，那是不可以的，就是罗马公民是不能随便被打，没有任何没有什么事儿，你就揍一顿，那是不可能的，对吧？你没有凯撒这种，你想杀人是不可能了。那么你反过来讲，你杀了罗马公民，你要被处死，你知道吗？你随随便便打罗马人，不知道对错，你知道那个当时那个当官人也很害怕，那当官人马上那个百夫长啊，那些当官人就去了，赶快把那个保罗给请出来，你知道吧？是的，对吧？赔礼道歉，为什么这样呢？那为什么呀？他身份，对吧？这就是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什么？你发现没？一个公民的身份，公民身份，这个公民的身份，你知道，这个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的。我有个罗马公民的身份，我跟你就是当时的时代，你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它是不一样的。你记得那个人怎么说？
我花了好多的钱，我花了好多的钱才搞到的，你是怎么搞到的？我那保罗怎么说了？我生来就是，生来就是，我生来我生来就是罗马人。人家是花了好多的钱，是搞到罗马公民身份，对不对？所以说，公民的身份他是有地位的。对，他是有地位，你不可能随便去践踏人的公民，人家是有合法的人身权利的，你知道吗？他是有人身的权利的，人身权，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想，你不是随随便便的就像打他呀，骂他呀，你骂他几句都不行。嗯，人家是有身份地位的，罗马公民，就是人家是在高高在上的，你知道吧？嗯，对吧？包括这个埃及人也是一样，就埃及人他们的地位也是他是一样地位，你知道吧？包括那个摩西杀两个人也不是随便能杀了，嗯，是，对吧？也不是随便你没有什么事你把人家打死了，人家是有公民，有公民的这个身份的，除非他犯了什么罪，对不对？除非犯了什么罪才行。当在旧约时代的话，你们咱反过来想，他们有没有他？你说对以色列人，他们的公民身份是什么呀？公民身份，我说，那么以色列旧约时代的公民身份是什么？你告诉我。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出来之后，从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公民身份呢？你想着事就行了。不是奴隶。什么？亚伯拉罕不是奴隶。你像亚伯拉罕是个什么身份出来了？就研究我们最是今天的信仰，我们必须要落地，落什么地？真事儿，别那个想那个大框架，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落下来，对吧？真到底这个信仰里面有什么？到底上帝的国，我们追求是什么？对吧？从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有没有公民身份？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公民身份？也没有，圣经里面不是写亚伯拉罕他是原来他是一个国吗？不是，后面是神应许他给他国。那时候以色列国的他离开了当地，亚伯拉罕什么是寄居者？寄居者，对吧？他到其他的国家里面去寄居，没看每次上哪个国家都很害怕。我的妻子，他们认为你妻子不要我的妹妹，对不对？他为什么说这些话？他就是因为他到了一个国家之后，他也没有什么安全感，因为他是作为寄居的人，你知道吧？寄居作为寄居的人呢，人家是排他性，对不对？他有个排他性嘛，他会有一个人家嘛，就会欺负你，对吧？因为作为寄居者，对不对？他们还没离开本族的时候，都还是寄居者。对吧？就说亚伯拉罕他一直过着寄居的生活，在这里走走，在那里走走。但耶和华神也应许他们说，以后把那个迦南之地给他们，对不对？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有生之年是没有看到的，是没有进去过的。他没有那种他有成立什么大国，有大国而说耶和华神确实承诺过，以后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国家，对不对？有吧？承诺过，但是还在有生之年没有。以撒呢，也是寄居者。也是寄居人，雅各也是寄居人，他们所以说这三个人都是寄居者，所以说他们都没有公民身份了，但是呢，他们因着信懂得了什么？他们因着信懂得一个国家的建立，他们因着信懂得一个有一国要从亚伯拉罕而出，有一个国家从亚伯拉罕出，就是他相信以后我的子孙后代，我们会成立一个国家了，会成立一个国家了。所以说这个建国大业啊，我不知道你们对于建国大业的四个字到底明不明白？建国大业，你们懂不懂什么建国大业？建国大业，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好比像我们以前那个。是1979年我们中国新中国成立嘛，就等于说建立新中国嘛，49年所以说我们对于所以你就知道国家，我知道，所以说我们对于国家概念就很低，你知道吗？对，但是我们对于国家为什么我觉得我逐渐发现我觉得好像我们在这个方面认知很不一样，或者说你们根本就没有，或者说你们有一点点，就对于国家概念，就是说，所以说我，就是因为你们在这个方面缺乏，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国家上帝，因为你可以搜索啊，就是说搜索那个唯独圣经，打上帝的国，你会发现都这样写，上帝的国要来了，上帝的国要降临了，上帝的国要成就了，都这样说上帝的国，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是讲的是国家概念。他是讲的什么？基督的一个国家要开国了，就是建国大业。你比如说，我们看《三国演义》，刘备，我们都看过刘备，你知道吧？刘备跟那个关羽和张飞打天下，
为什么张飞和刘备愿意跟这个刘备打天下？为什么后面有诸葛亮，他们都愿意？他们是因为什么？因为刘备的一个使命是什么？刘备的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知道吗？刘备干什么呀？《三国演义》刘备干什么呀？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呀？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呀？都不知道。刘备人生目标是什么？不知道。历史都不大。我都没看，不懂这个意思。你看了吗？咱们也一没看。不是你是吧？大学生你们两个大学生没看。怎么可能呢？他们这个从初中就开始学习那些古文都学了。我没有看。怎么可能呢？我有看，我也看稀稀拉拉。是谁？要不然你好好看看别东西啊。看一下历史。不是你们这个最基本的。那么关羽跟张飞你们听过吧？嗯，诸葛亮听过吧？听过。他们都为什么跟着刘备干他们要干什么事啊？为什么就跟刘备干呀？他们干什么呀？三顾茅庐啥的。一起卖猪肉。一起卖猪肉，卖肚子。你不看那第一期演的有意思。对吧？张飞是卖猪肉的，张飞是卖猪肉的，关羽是卖豆子的，买把豆子的，买把豆子了，卖豆子了。刘备是干什么的？卖草鞋的。刘备是卖草鞋的，他难道刘备有个项目，一块卖草鞋？你想想这个事情，难道让刘备是卖草鞋了？不是，我说咱不能连这块最基本的历史都没有啊，就是说《三国演义》是在咱中国非常出名。我要回去看。来，我你要说关羽和张飞肯定不是跟这个刘肯定是不是跟着刘备去卖草鞋，你知道吧？也不是卖豆子，是什么？因为刘备他是这个汉室，你知道吧？他想兴复汉室，你知道吧？说白了就是建国大业。什么建国大业？他想要重立一个国的，一个国要开国了，修一个国家。因为当时呢，就说对吧？这个朝政要这个群侯啊，要乱套了，要群侯乱套。为什么说在这个乱世当中啊出英雄？乱世出英雄，因为乱了嘛，乱套了，对不对？乱世当中出英雄，因为所以说像曹操这些各大集团袁绍啊，曹操啊，刘表、刘璋啊，孙策、孙坚，就是他们要干什么，也要干什么，要一片霸业，他们要得到一片霸业了，霸业你知道吧？建国大业嘛，对不对？就说《三国演义》跟这个圣经里面，他们两个还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知道吧？这又要回到这个张角的时候了。张角呢，他张角就是三位，张角先遇到了一个什么一个老人啊，说什么他当然他也是自己是个神仙，你知道吧？给了这个张角吧，也是这个天书，他们有天书，你知道吧？可以撒豆虫鸣啊，可以呼唤风云啊，你知道吗？就说跟这个圣经里面他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亚伯拉罕建国大业的开始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不是从大卫啊，大卫是个节点。从亚伯拉罕开始，因为耶和华神对于亚伯拉罕应许什么？有一国家要从你而出了，就是所以亚伯拉罕因着信什么？他并不是很抽象，出去没事干。亚伯拉罕不是说出去了，不是离开了本族本地本乡没事干了，出去旅游，到各个国家旅游，他不是的，他出去干什么？等候耶和华神的应许，什么应许？建国的用许，有一个国家用许，只是说在有生之年他没有遇到，对吧？然后呢，他儿子以撒开始继续旅行，以撒呢继续继承了什么建国大业的这个使命，因为这个用许，对不对？他不可能没有用许，他玩的天天玩嘛，不是的，这继续这个使命。然后呢，一直从以撒一直到雅各，哎，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有苗头了，你知道吧？因为你像一个国家从亚伯拉罕而出，首先你。一个国家首先问你啊，一个人能不能是一个国家吧？啊，就你一个人是国家，你行不行？不行。对不对？能不能行？不行吧？那国家里面必须要有人口，那有人他才叫国家，那没有人那是啥国家？对不对？啊，就你一个人啊，就你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人，他不叫国家，他需要人口。所以说，为什么在旧约时代里面，他们鼓励生孩子，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需要人，你需要人口，你需要有国家，需要人，对吧？所以说亚伯拉罕非常非常重视第一个孩子，
以撒。为什么？因为你想想想，对于他的信心考验是很大的。为什么？因为他有首先耶和华神给他应许一个国家城的预备，但同时呢，他的心里也产有怀疑。为什么？我这么大的年龄了，那为什么和撒拉他们会有怀疑？说我这么大了，我现在已经绝育了，我现在已经没有，我现在不可能生孩子了，我现在已经不太可能生孩子了。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不生孩子的话又什么？我不生孩子以后也，那么这个应许怎么成就呢？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上他也心急，你知道吧？然后呢，先给下下，所以生出了以实玛利。但是呢，耶和华神明着说，哎，他不是应许之子，对吧？所以说以实玛利呢，并不是神所应许的，而是以撒，从撒拉生的才是应许之子，这是耶和华神的应许，你知道吧？当然，这个挑战，信心挑战也是很大的，因为什么？在年龄上的这个差距，他同时呢，神跟他说话已经间隔了20年。你像一个人，你说神跟你说这话20年之后再成就，你想想这事儿什么？在这过，因为我们看到故事很轻松，但在过程当中，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心境翻箱倒海的那种，你这个心境，你想想啊。你比如说你60-70岁了，神说你会有孩子，你天天在疑惑。然后到九十岁的时候，来生孩子了，才可能，对吧？所以说你这就是什么真正的心境，就是一个人他心里想什么事儿，哎，到底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呀？到底怎么样？你知道吧？所以说你当撒拉产生笑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笑，他觉得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的事儿，不可能，不太可能的事情，你知道吧？所以你就揣摩人家心境，你知道吧？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哎，你觉得好，撒拉信心肯定没有我好。你不是撒拉，你试试，对不对？因为你不是撒拉，因为你是撒拉的话，你可能还没有人家有这儿有信心了，对，对不对？对吧？所以说，他们建国大业从人口开始，雅各的时候才有苗头，知道吗？因为他有12个孩子，雅各的时候他有12个孩子，然后呢，然后他们还拼命生孩子，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呢，耶和华神又借着什么约瑟，雅各的儿小儿子约瑟，对吧？借助他，哎，又成就了美意，把这个约瑟调到了埃及，对吧？因为呢，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所以说约瑟当上了这个埃及宰相。所以呢，把这70苦人，然后这70苦人从70个人，然后到了这个到了埃及，对不对？又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这几百年时间呢，你看这70苦人变成了60万人，哇，70多个人变成60万人，是吧？没有问题吧？他变了这60万人，问题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吗？他们没有公民身份，对，他们是没有身份的个人，他们在埃及里边呢，他们只是当奴隶，黑户，说白了60万人就是黑户，合法黑户，在法老的认可下合法的黑户，对吧？反正有吃有喝，反正好好的干，好好的干活，有吃有喝，别饿死就行了。但是埃及人想杀你的就杀你，想虐待你就虐待你，为什么？你没有身份。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我们对于这个信仰，我发现我们对于这个信仰很模糊，就我们连身份两个单词可能不知道。对，我们可能连身份这两个单词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身份，你有个公民身份。如果你比如说你今天在中国，你是个黑户，你试试，你连工作都找不到。你比如说，都不用那么简单，你把身份证不要了，你试试，你今天干吧。我就你没有身份证，你干事儿。你今天我就说今天你就没有身份证，我就问你能干什么？没有身份证，对不对？寸步难行，交通不行，你找工作也很难，找工作也很难。比如说买房子很难，你对吧？你买房子难，教育难，医疗难，就是说基本上你没有身，你说当你把你的身份拿走了，就是你公民身份拿走了，你发现你都活下来都很难。嗯，是的，对，说明你自己种菜可以，自己找地方自己种菜，自己养活自己可以。但是你出了这个之后，你要出来干任何事情都不行，你没有身份证，然后你是谁？然后问你是谁？这个问题你是谁啊？你没有身份，你是谁？你是，对不对？人家不认识你，你在这个国企里面没有你的名字，你知道吧？身份，这就叫身份，因为你们没有体验过没有身份的时候。哎，我在美国的时候还体验过，没有身份的时候，你没有身份，你只能过着一种什么比正常人还要
在在还好低，你没有身份，你没有身份，你只能打黑户，你只能活命，你只能活命，你没有身份，你只能活，就是说你的人生啊，你的人生就是活命，你的人生就是活下来，活下来就好，就是活下来，就是、你别想象以后啊，什么什么干什么事情啊，以后怎么，你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没有你的份儿，为什么？你没有这个身份，什么机会就什么机会都不给你。对。最可怕，你比如说你在中国，直接把你的黑给你弄个黑户，你试试。很吓人。你啥都可干不了。对，这就是身份，所以身份是重要的，身份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又回到这个60万张。那么他们当时没有身份，就是黑户，你知道吗？所以说他们生活是很艰难的。但是耶和华神的应许永不落空，对不对？所以说耶和华神又把他们什么从埃及干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被苦待了400多年，对不对？所以说又把他们给带领出来，你知道吧？带领出来干什么呀？带领出来干什么呀？建国，对吧？带领出来干什么？你们想想，给他们身份，对吧？他们都有，他都有这个身份，但他们都有，但是问题是什么？他们耶和华神带领他们出一干什么？他们要重立一个国家，建国大业，他们必须要重立一个国家，你知道吗？因为只有他们有一个，那国家概念就来了，国家，那国家里面包括什么呀？国家里面有什么呀？国家有什么？人口、土地，对吧？我们一个一个聊，国家有什么？体制。首先是人吧。国家首先咱比如说先是个领土，首先有个领土，有个居住的地方，有个领土，没有领土那个有那么多人60万人去哪里？对啊，为什么连个地方都没有？你还是如果咱如果没有地方的话，没有一个居住场所的话，没有一个领土的话，你还是一个游民，你还是寄居者，60万人只是说在这寄居在那寄居，不停的走动，你知道吗？60万人，对，但是挺可怕的，带60万人天天四处寄居，连国家都害怕。你想想这个画面，为什么其他国家当时非利士人啊那些人，他一听到以色列人要来了，很害怕，这么多人来寄居，这么多人来寄居，就比如说瓦努瓦图总人口32万人，60万人去寄居，你想想这个国家走走都害怕，对不对？你带了这么多人去寄居，你这个是寄居吗？你这个，对不对？你是占领国土，对不对？占领牌，明摆着就是占领，对不对？对不对？想占地盘。所以你又想，所以你想到什么？就是说他们必须有一块那个领土，有个领土。所以说耶和华神给他们也预备了这个领土。所以说耶和华神让这个探子，对吧？就是说他们派探了嘛，就窥探那地，对吧？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地方？没有地方去干什么？这60万人无业游民一样，对不对？是不是？60万人的话，那就跑来跑去嘛，不对。所以说他们派探子去那里观看什么？首先看个地方，是吧？有没有领土，是吧？有领土，是吧？如果有领土的话，他们还要考虑什么因素？他们还要考虑什么因素？怎么去得？如何去？怎么得着这些？不是，咱考虑什么？他们你愿不愿意到一个到叙利亚？没水的地方，没。也不怎么看看那个地方是不是那么好。你去了地方之后，你那边就是比如说上讲，原来住沙漠就行了。那一块地方全沙漠，什么都没有，全沙子，你上去住，你能住？你想这个事儿上了，有水，对吧？是我真的是那么好。给你1万平方的沙漠去住去，可以住吗？也行吧，住吧。你愿不愿意住？愿意住，愿意。你愿意住沙漠吗？住沙漠，啥水也没有，植物也没有，有山有水，是吧？鸟不生蛋的地方，你愿意住吗？你愿不愿意住？对吧？所以说我说我们正常人思维，就是说他们窥探什么？那个地方到底什么？那个土壤、土地啊，土壤，这还有这个植物、水源、河流，对不对？还有食物，适合种什么食物？他们为什么把果子拿出来？我问你，你思考思考，他为什么拿果子回来呀？他为什么拿果子？他为什么不拿亚米沙子回来？不拿沙子回来？你想说，他为什么不到加拿美地？加拿美地啊，拿一把沙子，摩西，你看，带了好多沙子回来。
他为什么去拿个果子回来？你想想这事，他就是拿果子，证明果子的丰富，土壤能不能出产丰富，对吧？首先移民啊，到了一个国家，首先讨论生存，对吧？对，你生存不了去干什么？不，这是饿死，对不对？所以说他们拿果子回来是能证明什么？这个土地可以种植农业，这个、土地先，咱先不说别的，先种，先能种上地，种上蔬菜、水果，对不对？我们可以生存。你种不上菜，你确实在沙漠里面，你给我种个西瓜给我看。那么沙漠里面能不能种个苹果树？你给我种个，种活，对不对？能种活了吗？是吧？东哥已经专业了，你说怎么种？给你很多种，就是沙漠里面种，种都不种，你就种不种，对不对？如果耶和华神带他们去往加美地，一看全是沙漠，你说他们会怎么想？还是回来去吃黄瓜吧，对吧？所以你们就明白了，就是耶和华神带领他们去往地方，肯定是个好地方，对，对不对？肯定不是说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肯定不是属于不，肯定不属于市场里边，肯定是什么畜牧业比发达，就是农业发达，畜牧业发达，是不是？你养个羊，你每天吃个草，对不对？你吃的够，天天吃沙子，对吧？你一会儿那天这个羊吃沙子，它能活下来，对不对？所以说，窥探他妈把他们把果子拿下来的时候呢，同时告诉他们这是奶与蜜之地。这个奶与蜜这个地，它形容什么呀？丰富、富饶。富饶，这个这块土地是富饶，肥土地，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地方值得进去，对吧？它肯定是比它，你说这块土地肯定是比什么好？肯定比埃及好。对，被这种会比埃及好，因为埃及你没有自己的领土啊，没有自己领土，没有领土，没有领土，没有也没有国籍，也没有。所以说，如果耶和华神应许这块地的话，他们把这块地打下来的话，是不是以后就有什么？可以建国，他们为了在建国大业的路上，他必须有一块领土。对，必须你我又回到《三国演义》了。然后他说你们要看《三国演义》，这个刘备很有意思。刘备这前半生啊，全都是寄居在人之下的。前半生啊，就是刘备这前半生寄居在袁绍、公孙瓒、陶陶谦啊，就是曹操，就是。刘备他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方，他每天哀叹，何时我也有属于我自己的一块领土，一个地盘，没有地盘子，这没有地盘子啥事干不了。说实话，你想干任何事情，不是说咱想干任何事情，首先先一块领土，没有领土你啥都干不了。没有地盘，你没有地盘你干啥呀？对吧？对，建国大业的这个很重要的一步就在于一块一块领土。这块领土是否适合我们去发展，对不对？这是国家，对不对？这针对于国家，等会儿我们再详细讲这个国家，就是说先讲旧约时代。所以说这块地方是个非常丰富富饶的地方，所以他们想移居在里面，对不对？是吧？对。然后呢，耶和华神，当然在摩西那个时代的话，那帮人都因着什么害怕，对吧？不敢前进，对吧？灭亡。但是约书亚不一样，约书亚带着后面那帮大有信心的人呢，把这个迦南美地打下来，对不对？是约书亚打上那块地，所以说他们开始进入之后呢，开始分地，哒哒哒哒，对吧？但是呢，建立国家还没有开始建国，你知道吧？建国的时候呢，就是说当撒母耳带着什么，你们知道建国吗？带着什么书？建国有你有法度了，对不对？你建一个国家里面，所以说除了地，你刚刚有人口有地啊。然后你发现没有，还必须有体制法则，就是一个国家里面它有人口有地有块地，还有这个里面这个体系和法则的。所以萨摩尔把这个国家的建立体系，就是这个扫罗王，他成为王，对不对？他有什么样的权利，下面的民众有什么样的这个责任，对不对？义务要干什么事，对不对？你要讲清楚一个国家，你要讲清楚，对不对？那么你建立一个国家，你不可能继续很混乱，对不对？也并不是很混乱，而是它有个国家体制。那么你喜不喜欢一个法治社会？请问你们自己啊，你们喜不喜欢法治社会？喜欢，肯定喜欢。你们喜欢一个就是说贪赃枉法的一个社会呢？就是说干什么事啊，可以瞎搞你，
只要地方有钱有势力会弄你，你愿不愿意？谁都愿意，对不对？你也不愿意，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愿意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个法则，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法治社会是在全世界里面很差的。因为他太就为什么说我们中国说句话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为什么会有下有对策的事儿？他为什么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什么？你比如说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在国家上不让搞这个学科类教育，学科类教育这是不政策吧？对，下有对策吧？能不能对策？全部改成什么教育？对，都不。不写什么辅导班什么什么班，去所有的你发现最近呢，所有的机构都写什么什么教育，改名字了，改名了，艺术教育，很有意思吧？嗯，对吧？为什么这样？你想想，对策，就是说，我是拿这个事情呢，可以我跟你讲，干任何在中国干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个道门道的，对，一个门道的，门道就是有权力和金钱可以操作的，就是操作空间很强，但是呢，给恶人。给尤其是给恶人嘛，给恶人的话机会很大，你想办一个，你想把一个恶人给办了你很难，对吧？公安局也不会去帮你的，对，因为什么人官官相护，这个你想人人都是他都是清官，也很难，因为这是个大环境，你知道吗？是大环境，所以说你知道你们心里都有数，我们的环境如何，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喜欢到国外去？因为它是法治社会，对，对吧？我有什么？我享受合法的权益，对吧？因为法律就法律怎么制定了，对不对？你针对，如果你对我怎么产生什么了？法律好用，对吧？法律好用，所以说到了这个国家里面，你肯定会很想要法治观念。我想这件事你们要思考。我虽然讲以色列这个以前的旧约时代的建国时候，你应该想那个什么，我们去往上帝的国家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对，要转化你。那我们不是说你去往天国是为了得永生，那么永生，我说我上次不是讲了吗？永生只是代表你那个生命的长度，只是代表你那个生命的长久，对吧？生命，比如说你活一千年嘛，一千年。对吧？它只是一个生命长久，它并不是一个全面的东西。上帝的国家，它并不是个全面，对吧？它永生呢，它也属于个人方面，永生它也属于我们个人追求。永生这你要说永生这个事情是属于我们个人的追求，你知道吗？它不属于一个国家上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移民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因素很多。那我问你啊。那么你愿不愿意到叙利亚或非洲活一千年？不我给你永生，那么你说，所以说你如果你只是单方面考虑你个人问题的话，你如果把国家给否认的话，你会产生很多问题的。嗯，那么理解，你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你愿不愿意？你看非洲那时候看视频啊。那苍蝇，那个小孩一出生，一千个苍蝇都粘满脸上，一千个苍蝇，你愿不愿意？那么你愿意一千年，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那么你愿意移民到非洲吗？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对于现在这个信仰很抽象？就在于我们只是说信耶稣得永生，但是呢，我们把上帝的国家，所有救我们上帝的国家好像都不要，对对，基础属于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我们都没有。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去往上帝国家？难道仅仅单单是因为得永生吗？只是因为我说给你一千年，你能活一千年，你只是为了想活一千年，对吧？肯定不是单单的想活一千年，是的，对吧？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想希望能居住在舒服的地方，是的，实话对吧？如果我们谈到这个舒服的环境，我们就必须谈到一个国家，对吧？你比如说人口概念，人口密集度，人口概念，对不对？人口还牵到人文，对吧？人口又牵到人文环境，人文。要上来去我新疆，你愿不愿意去我一个国家跟野蛮人一样？对呀。你想想，对不对？你们自己想，去我一个国家，每天那些人，黑那个怎么说？挺狂野的，然后天光就是在马路上走，你愿不愿意？
野蛮人，就跟一群野蛮人。人文就是这人文环境。所以说为什么我讲到国家概念，是因为什么？我们去往上帝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去往上帝的国家，包括以色列他们的国家，他们愿不愿意，他们都是敬拜耶和华神，对不对？他们开不开心？开不开心？所以说人文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人文文化，一个人文人你跟，就是说你去往的国家，你想想你的邻居是谁，你的邻居是谁，这里面你跟什么样这个人群在一起？我邻居不会是你吧？嗯，别不是，我就想一个，得有想象人群啊。你愿不愿意跟新疆人在一块儿？不想。不愿意。那别，广西那边爸妈老婆不愿意。太危险。对吧？我们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落地？我们谈论的上帝的国家。我们一旦谈到上帝国家，我们就要牵扯到很多很多的移民当中的细节问题。如果你没有这些细节的这种考虑的话，我觉得你想把这个信仰给信真了也很难，对吧？所以说你去往那个上帝的国基督国家里边，那些人物环境肯定，那些人物肯定是什么样的人，都是有素质文明高的人。你觉得他们有没有素质啊？去了天国噗一口痰。对不对？那会不会啊？对吧？会不会这样？一想就行了。那上对吧？到了上帝国家就吆喝啊，吹酒瓶啊，会不会？谁被大小便？那上帝国家里边，你像那刷酒疯在这里啊、哦，我没醉，哎，我转一圈，我没醉，转一圈。你想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他为什么是圣洁的国民？他就跟圣洁的国民。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要求了我们人，就是人口人文这个人的素质，这个级别是很高的，对吧？绝对不会是让这些耍酒疯的，就是很混乱的人去往，你知道吧？人文环境，圣洁的国民，圣洁祭司，你知道吗？圣洁的，所以说在那个国家里面，人文环境是很好的，就不像我们世界上这个，对吧？就不像世界上人文环境，让地理啊，就是地理优势，这个地理就不用，对吧？那时候我们写新耶路撒冷2300公里，新耶路圣城400公里，长宽高就是正方形，就是2300公里，对吧？但是我们现在还并不知道得救人数，我相信也不会很拥挤。天天拥挤，对吧？因为你发现没有，你买房的时候你会考虑什么？考虑这个楼间间距，我不知道你们考不考虑啊？楼间距你们考不考虑？密集度，你愿意这个楼啊？这两个楼就是都叠一块儿，太阳光都进不来，都挡住了，挡光了，你愿不愿意？挡光，对不对？然后你愿不愿意考虑？你说现在买房子，发个屁，邻居都听不见。现在的房子隔音效果很差，你知道吗？隔音为什么？那密度板，他们用了个材料密度板，现在它都很薄，你知道吧？比那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节省成本，你知道吧？他使劲的省，就晚上说在那以前那个保利花园在那个大沙路，邻居说话都听得一清二楚。你愿不愿意这样的房子？连私人空间都没有。你看四人空间的比例，你放个屁把人都要吓一跳，然后他以为怎么了，对不对？你都不敢，你说这个就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个密集度都很低，你知道吧？你愿不愿意这样？你都不愿意这样。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就是我们这种地理优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房屋构造的这个密集度，包括圣城大小，耶和华神肯定是给我们这个，就肯定考虑了各个方面细节，你知道吗？各个方面，这个城市大小，还有包括以后的房子的密集度，这个房子对吧？肯定是隔了很远，对不对？房子啊，别墅区啊，怎么样，对不对？对吧？大小、人口密集度，对吧？这都是我们很落实。你说我今天讲的是不是很落地的东西？都是很实的东西，是很实在的。因为，但为什么你们以前不去想这些东西？你们有思考？为什么你们以前不去这样思考？你们也想这个问题，对不对？没有想过国的这个概念，对吧？为什么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你看买房子也好，
移民也好，都是我们所考虑的因素。但是我们但对于信仰的时候呢，我们除了信耶稣得永生以外，其他什么其他什么也没有。都是花的。对，都是这就为了得了，他们就像为了得到永远的生命，对不对？然后呢，又不愿意当非洲人，对不对？又不愿意当叙利亚人，对不对？那天我发个视频啊，那个一个那叙利亚，好像不是叙利亚的呀，什么？在飞机上对呀、啊，那个我忘了，阿富汗对阿富汗，你想你只有想着人啊，就为什么一个飞机要起飞啊，他死要抓住那个飞机的机翼，死啊，就是飞机要飞走了，那个人要抓住那个机翼，那个人就给他抓上去了，都不怕死，你怎么为什么这样？你想想这事儿，你怎么为什么呀？因为在那里也是死，不好。抱着一些希望，你想想说，一个人啊，就一个人到底到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他才会有这样的绝望。我有八种的记忆，我八住，我能坚持10多小时，只要能降到美国，我就成功了。降到美国就成功了。你想想，你想想，他也要尝试离开他那个鬼地方，实在是受不了了，对吧？你就想这，咱都不用说谈地狱的事儿，他都不用谈地狱那么恐怖，他谈地狱的话，我说所有人都抓飞机上，对不对？都不要谈地狱那么恐怖，就谈论他们居住的阿富汗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对比啊，阿富汗是国家吧，美国是国家吧，他们。在这世界上，他们居然能用生命的代价来换来一个移民的机会，我都不用谈地狱啊，地狱我说很遥远吧，我们谈真事儿，对，我们谈个真事儿，对吧？你又想了，首先呢，这个人能做这一点，首先呢，他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他对于阿富汗这个国家的绝望，对，绝望，多么绝望，多么的绝望，多么的绝望。其次什么？看到了美国多么的美好，多么美好，然后产生了极大的盼望。在这个盼望过程当中，他愿意扒住了机翼，我也是，要死了就死了吧。但是呢，我只要抓住，但是很难想，飞机上空速度很快，咱都坐过飞机对不对？飞机速度很快，起步唰起步很快对不对？然后呢，他还要在3000米高空，十个小时。10小时要扒住，那飞机高空上一直抓住，一直别掉下来。你想想吗？你想想，你在飞机的高空上扒住3000米高空当中，你缺不缺氧？你想，缺不缺氧你都不知道。我没试过，但是我觉得挺那个，3000米高空扒。那肯定缺了，哎呀我。扒住那个门儿，那不下来，一定要扒住十个，坚持，一定要坚持。用死的代价，还有很多偷渡了，不知道游泳偷渡，然后呢，他们都是我们叫龙图，花40到50万，也花很多钱，然后呢，人家把你放到这个美国靠近那个美国的公海的地方，把你放下来，你游不过来就死，游到美国了，这个然后呢就开始人道主义，就是然后呢岛上很多人美国。大牌子人道主义来欢迎你们，但你要想这事，但这些都不用说地狱可怕了，都不用说地狱的可怕，就是说现实上还是真事，很多福建人龙头都是花20-30万把你放到美国的一个靠近马上靠近岸边吧，把你放过去，你自己能游过去，还有把你放到什么地方，墨西哥，你都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当然我在国外我就知道这件事儿，把你放到墨西哥，太恐怖了。放到墨西哥，然后呢，他们会有当地的墨西哥人会引导你走一个森林，怎么样？通过那防护网，他们不是以前那个特朗普不是要建长城吗？就挡住墨西哥人。我不要我，这个很建个长城挡住墨西哥人，搞笑的时候说的，他就是什么，人家都是那个防护网，你要进去了。你要拼了命往里走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缺水食物，你的忍耐力很强了。人家移民，这是为了移民，你知道吧？这就是真事儿，你知道？这都是真事儿，很多人我还都认识啊。说，哎，当时你们怎么过来了？花了20-30万了，
有的人跳海了，有的人是从墨西哥里面进去了，都很难。进到美国之后呢，也很难，就是说是打工啊，去改变他生活，去改变他的人生，改变他的人生。这些都不是地狱，你知道吧？还没有谈到是地狱，人家都没有达到地狱的程度，人家都这么努力。所以说，为什么说信仰？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现实，为什么说我们如果没有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日子，我们在世界上，如果你认为你现在活得很好的话，估计你很难去想到上帝的国家多美好，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呢，你都不用谈论这个地狱的可怕，就是说，按照真事而言，真事儿，我们都可能就是说这个心理可能都达不到，真事儿都不用说谈地狱，谈移民的事儿。对吧？你没事的时候，你多反思那个挂了阿富汗那些人，还有偷渡那些人，他们什么样的心态？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去移民到别的国家里面？对吧？当时呢，我们只能是说啊，地狱怎么样？比如说我死了，以后我有机会得永生，对吧？但是你现在想想，另外一个画面，一个国家的画面，一个国家为什么这个国家这么吸引呢？对吧？他们到美国也不能得永生，对不对？所以不用说永生概念，你就像那么人家移民到美国的人或瑞士、新西兰的人，那么他们移民到这个国家，难道是为了难道是永生吸引他们吗？不是的，那么什么吸引他们？你想的事儿，国家各地对吧？美好，对吧？哪一个总统也没有承诺过谁能得永生到我国家来，没有吧？没有啊。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移民到其他国家？什么吸引？到底是什么吸引人？是国家吸引人，国家是吧？是国家吸引人，对吧？你们想是不是？是国家吗？咱不谈永生的话，我们谈国家嘛，对不对？嗯、所以说，为什么你们想移民到新西兰吗？新西兰漂亮，环境，对吧？对吧？首先，它的地理环境，它的那个这个大自然美景很漂亮，很。是吧？是不是？这个环境太漂亮了，是吧？对不对？福利待遇也好，他福利待遇也好呀。那么人家医疗保险国家全包啊，嗯、对不对？都说啥？是不是？我就国家管着你的医疗，天国也是一样的天国。那么问你啊，这个天国的那个美景漂不漂亮？伊甸园吗？你想就行了，你伊甸园漂不漂亮？生命的河漂不漂亮？他为什么说是我能回到那个话题说，为什么说在新约时代使徒约翰是窥探者，窥探那地的人，因为只有使徒约翰去了，使徒约翰去了之后呢，他把那个国要来的那个国那块地告诉了我们很多的细节，对不对？耶路撒冷那个要来那个国家那个城市多大，这个规模大小，你为什么当时你们以前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你们更不在乎是否两千三百公里，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国的概念，因为你没有想到。那么你为什么你今天想移民的话，你考不考虑这个国家大小啊？啊，这个国家，就跟这个市北区一样大，这个国家大小跟市北区一样大。你想想这个国家多小？我就不要去了。这个国家就跟市北区一样大，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会考虑这个国家大小，会不会考虑？会，肯定真考虑。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信仰越来越落地是原因什么？是因为如果你们不能转化成真事儿，不能以这种真实的这种移民态度去移民的话，我们只能一直停留在一种什么很抽象，啥都没有，你信不信无所谓，因为你信也没什么东西，信也不得有时候你的信仰就一句话，没有别的，没有实质上的东西。信耶稣的永生，我现在信的话，我比如说我现在知道将来的圣城多大啊？你问我，我知道，我就基本上有概念了。中国跟中国一半大小那么大，我有概念了，大小领土跟中国是一半大小，对吧？长宽高2300公里，对不对？是吧？从这里到我家，对不对？2300公里，那么我就知道了这个领土这个圣城多大了，对不对？是不是？那么基本上我在推理啊，就是说从旧约时代一直到现在，我也就差不多能看这个历史，能差不多知道得救人数大差不差。嗯，我跟你讲，大差不差。是。
德，对不对？上古时代再加上亚伯拉罕到以色列，对不对？人口不会太多，人口也不会太多，包括他144,000人数就定了，对吧？人数就定了，14,000不多一人不少一人，人所以说你发现没有？哎，你移民的时候你发现百度一查，这个领土多大，人口多少，对不对？瓦努阿图领土多大？领土上是领土是北跟北京朝阳区一样大不大？对，北京朝阳区那么大小，领土大小对不对？是吧？是。然后人口32万，不多。人口32万，那么那个起入里面以色列得救人数写没写？他写的很清楚，对不对？每个支派12,000人，对吧？总共144,000，他写的很清楚啊。对吧？人口对吧？咱外邦人还没算，就是以色列人口是不是？对，是确不确定？确定对吧？这个城市的大小、人口多少、人文怎么样啊？都是什么穿白衣的人，都是素质极高的人，他都是一个什么？都不是一般人，他都是什么敬畏耶和华神人，人文环境非常好，对吧？人文环境好不好？很好，他们都是全都是敬畏神的人，对，全都是敬畏神的人。全都是守法子的人，所以去往那个地方肯定不是乱来人。对，所以说你发现哇，这个领土这么大，人文环境也非常好，对不对？再加上那个，然后是生命树的河流啊，一进城的时候，对吧？还有黄金街，对不对？是不是黄金街道？他妈崇门是珍珠，对不对？12门，对吧？就有珍珠做的，对不对？每个崇门上，它都有什么？它都有这个天使保护。有没有？有吧？有。这都是很细节的东西，这个国家里面都是很细节的东西。这是国家为什么我们想移民到这个？为什么我们想移民到上帝的国家？因为里面太多具体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对不对？它不是单单是永生，它永生里面没有国家概念的话，就它就不能成就一个上帝的国，你知道吗？对不对？除了这些以外，你发现没有？就是说。我在讲个荣耀事情，因为我觉得你们从对于荣耀两个字也不太明白。我说你们知道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你知道？知道是因为你们只有在世界上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比如说沙贝利古英语，今天销冠是谁？啊，都所有人鼓掌，荣耀不荣耀？荣耀吧。你比如说利古英语，做这个机构做的很大，有没有荣耀？有没有荣耀？有所有人都说啊，利伯用语真好，对不对？对吧？为什么我们就回到巴比伦帝国了？巴比伦帝国，为什么这个巴比伦帝国在被当时那个时代被评为最有荣耀的一个国家，最有荣耀国家？然后单一里说尼布甲尼撒王，你是万王之王，所有的权柄、荣耀、地位全给你了。他怎么就是巴比伦帝国就是？你不展现撒谎怎么展现他的荣耀呢？当时的经济各方面都很发达，他们就造这个圣殿，他们造那个殿都是用黄金打造，是黄金，你知道最容易讲到黄金了。黄金代表一种什么？一个国家的这个象征。他为什么储？为什么你看没有？你们看新闻吗？他问你储备黄金储备多少？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多少？很有意思，你们注意到的细节没有？问问你这国家的黄金储备多少？黄金储备，他为什么不认为那个铁储备多少？对不对？烂铜烂铁储备的塑料，他们有塑料，你这国家塑料储备多少？泡沫储备多少？他为什么问你黄金储备？就是每个国家，他为什么问你黄金储备？黄金代表一个国家的荣耀地位，你知道吧？黄金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荣耀，所以说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那个城砖那个墙是用黄金打造的。你发现没有？当你进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他为什么写到这个地怎么都是黄金的？如果你不知道黄金代表这种荣耀的话，你估计你也不明白他为什么黄金铺，他为什么不用破破铺？塑料铺，这个塑料铺不行了。雨地上有活干的，晚上去挖。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他为什么进了？当你进圣城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圣城，他用黄金铺，他不用破沫呀，这个这边不用砖瓦块，砖头啊瓦块不用这个瓷盘柱、瓷盘呀，这个瓷砖呀，为什么？为什么用黄金铺这块地？你想想这事儿。当然，这个也是必须你有这个认知啊。黄金代表一种荣耀，黄金代表一种国家财富。财富、经济实力、黄金储备是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储备。这有实力多大？你不想去往个地方进了一个城市之后全沙子，你怎么就是沙子？就好像进村一样，你愿意进这个村，进村里面全是马路呢，还泥巴地。以前进我们的村出来，鞋子没看到，全是泥，对吧？进了天国。你像那个，你那别换画面，当我们进天国的时候，那个地那个、凹凸不平，那走上去，你什么感觉？哎呀，进入天国，那个地其实是毛段，包的不得不得不得。早知道不能这么卖命，拼了命移民到一个国家，进去之后还是泥，对吧？夏天啊，来个电风扇的时候，拿扇子来吹，这扇子，对不对？你愿不愿意？花拼了这一辈子命，对不对？你比如说，就正常移民啊，你愿意花二三百万移民到一个葡萄牙、西班牙呢，还是说愿意花二三百万移民到什么？移民到非洲？瑞士。你们有对比吗？我说同样花呀。非洲说移民到非洲啊，除非非洲人要二三百万。瑞士也是二三百万，你愿意把钱花在哪个地方？瑞士，你为什么愿意花二三百万去非洲？移民到非洲愿不愿意？你去了呀，花这么多钱来建个破地的，你花二三百万去到非洲去居住，你愿不愿意就了？你就想我花了钱干什么？打个水漂不好吗？对不对？确实，你所以说这些都是一个很，这些都是很客观现实的东西。如果你们都不懂这些国家为什么移民到那个国家，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吸引我们的地方的话，你很这个信仰会很空的，是会很空的。你说也不知道，对不对？对吧？对吧？你可以再想，那么一个国家里面还讨论什么医疗？医疗很重要，医疗，对不对？对。你愿不愿意以后就是半生？半生就是一辈子残疾在天国里面，医疗很差，就是这个国家医疗很差，这国家医疗很差。嗯，在天国里面就是挂个号还要一个月的，不是呼吸都很困难，对不对？呼吸都很困难，你愿不愿意？对不对？你愿不愿意行吗？你想想吧，对吧？为什么你看没有在天国里面那么就是那个使徒约翰怎么说了？我看到一个生命树，对不对？生命树那个叶子可以医治万年，对不对？就医治，说明什么？里面有医疗，医疗。为什么你移民到国家，你很注重医疗？我不知道你们注不注重医疗，你想不想这个问题？你到一个国家里面，相当于国家福利待遇，就是说你生什么病，国家可以给你治病，免费治病，你愿不愿意？愿意，对吧？这属于医疗上的方面。你说，所以说这启示录里面写的东西吧，内容。只要你把这个转换过来，你发现没有，什么都有，荣耀也有，什么这个进入了黄金街里面有荣耀，对不对？包括里面有居住了，包括里面有生命和自然环境，对吧？自然环境都很美好，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包括医疗，包括生命医疗，对不对？是不是？还有包括这人口啊、人文，它都是还有法则体系。它为什么只有圣洁的人才能进入？是不是？是不是？这是不是一个国家？这是不是一个国家该有的？就是该有的这些东西，是一个国家里面该有的。你们想想这个事情，移民还是针对移民的事情？为什么说我们是寄居者？你明白为什么说是寄居者？如果你把世界上，如果你想的世界这个，你认为你活在世界上是你现在这个寄居地的话，你就不想移民，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个移民的心？移民的心，嗯，没有
家，为什么？这世界上没有我的家，没有我的家，我只是寄居者，你知道吗？我只是为什么我是这个寄居者的这几个字儿，这就火起来了。是为什么？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决定我在哪个国家里面，是不是？我现在就决定我到上帝的国家里面，我拿他的公民身份，我拿上帝国家的公民身份、绿卡、护照，对不对？我拿他的国家的这个，因为我想享受什么？享受这个国家的所有这个待遇、福利待遇。同时，一个国家里面它还会有什么军事实力、军事？为什么这样说？安全。那么我看了个这个国家，那么你愿不愿意上一个国家，像伊拉克、阿富汗里面，所有人都带着枪，小孩都带着枪，你愿不愿意去？不去。小孩从哪天不开心，嘣一下把你崩了，你都不知道被谁杀了，你知道吗？没有，就是你在那个国家去住，你都没有，你没有安全感，一点安全感没有。为什么？因为所有人带枪嘛，对不对？然后呢？随时呢，他看你不开心，那直接拿枪嘣一下把你打了，对不对？安全感和军事实力，为什么说上帝的国家军事实力很强？他有十二营的天使，耶稣说了一个理由很有意思，他也表明了这个国家强大，十二营的天使，十二营的天使，军事叫军事实力，对，军队实力。所以说到了上帝的国家，我们是有保护了，因为有军队，是这个国家里面有军队，不单经济发达，不单单经济发达，环境富饶，上帝国基督国家就来临的国家。就是说环境这个经济包括了军事，你发现没有，全都是属于国家的范畴，是属于国家的范畴，对不对？这个叫移民，这叫移民，你知道吧？所以说你们当你们再看到耶稣说上帝的国家要来临了，上帝的国要来临，什么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一个国家要来了，一个国家要来了。所以呢，但是呢，现在呢还没有开国，对不对？现在有没有开国呀？没有吧，现在还没有开国，我们只是在开国的路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还在做什么？建国大业。所以说为什么说一直谈论建国大业？因为我们还在这个路上。在旧约时代呢是个预表，对不对？耶和华神把亚伯拉罕给让他出来，然后呢最后呢是大卫把这个国家给建立起来，对不对？大卫的国家，是吧？大卫的国家。所以说为什么以色列人非常纪念大卫的国，是吧？大卫的国都是可称颂的，是因为它象征了什么？财富、荣耀、地位、权力，它象征了这个，你知道吧？一个国家它象征了这个以色列。所以说他们对于国家概念，是非常强的。好，之后再往后，当列王记的时候，就是每越来越差，列王记的时候越来越差，对不对？直到被巴比伦彻底摧毁，对不对？他们就没有国家，他们又没什么了，又没有国家了，是不是？然后呢，后面之后就被波斯帝国、希腊、罗马帝国，对不对？他们一直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一直处于什么被人统治的状态？是没有国，对啊，什么公不公民？你啥公民？听话，谁统治你？你听话，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一直没有国家状态，一直没有国。所以说我既然是这样的话，但是耶稣所说的上帝的国，彼得还问耶稣，那现在这个兴起以色列，就是说以色列复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对不对？问是不是问耶稣，对不对？是，因为他们心中所期待，所以说你看没有，他发现没有，他们所期待的东西跟我们现在东西还不太一样。信耶稣得永生复活是一件事儿，永生复活是一件事儿，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对于上帝国家概念、以色列复国的概念很强，但是对于我们是没有的。因为好像我们对于复国不复国无所谓，为什么？我也想想，我也想，为什么对于复国的概念无所谓？是因为我们没有国家概念，或者我们根本就不考虑移民，或者我们不考虑建国大业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外邦人的基督教只考虑什么？信耶稣得永生。这是我们的一句话，对吧？这是我们只是考虑了一个生命，我们只考虑了一个生命的长久度，我们从一岁到一千岁，我们只是考虑了一个生命的一个长久度，对不对？我们只是考虑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不考虑以色列复国的日子，这是我们不考虑的，这个是我们不考虑的。
东柏林让我们看谁没有关闭，告诉我们说关闭的声音。你们谁没有关声音？关闭。把声音关一下。虎哥，你把声音关一下。在手机的左下角把声音关一下。好吧，对，以后的话都这次不会弄，下次你教教他，知道吧？不要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说过。啊。所以说呢，我们因为这什么缺乏这个国家概念，只是停留在一个很片面的一个点上，很极其片面的点，所以变成我们信仰总是不落地啊，它总是我发现了为什么我们信仰很空，总是不落地的原因是，就是因为我们只建立在一个点，就一个点，永生那个点，经过了，你们想是不是？只是建立在我的生命长度上，但是没有考虑到一个国家复国会带给我们什么，对，对吧？为什么那个盗贼，对吧？那个盗贼对耶稣什么？当你德国的时候，不要忘记我，对不对？他不是说那个人不是这样讲，耶稣啊，当你德国的时候，给我永生啊！他并不是单纯只带这一个意思，是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个。他们都在等待什么？以色列复国，你知道吗？等待一个国家建国大业，这个一个国家的完成，对吧？我们都期待居住的一个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这个富饶强大国家，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一个，因为这应该是我们应该所正常理解的，包括罗马人，对不对？罗马人身份地位很高，对不对？所有人都看得起他。你比如我吧，我如果现在是瑞士人。我现在是瑞士人，我现在是美国人，你们是不是觉得可以高看我一眼？会不会？正常说实话，我现在是瑞士人，是美国人，你会高看我一眼？为什么？因为这身份地位，有英国人的话，这地位你知道吗？他自然，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会流露出，因为你的国家强大，你的福利待遇，你会让我羡慕，对不对？是不是？哦，你是美国人吗？你是瑞士人，我说你这国家真好，你会。我自然就会什么下来，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国家不好，我知道，对不对？你的国家好不好，我也知道，知道吧？但是呢，我们对于上帝的国家到底多么好，到底多么好，我们没有概念。到底多么好？比如说我现在说你是天人，你是天国国民，我不就是个天国国民？又有什么？你发现没有？我们没有像以色列人的自豪感。我们圣，不管你圣人不圣人崇尚，你没有自豪感。我觉得大不一样，我不就是天人吗？我又有什么？你是圣洁国度的祭司啊！我不就是个祭司，我还有什么？对吧？不了解自己，就是你不知道这个身份，就是你不知道你的身份里面包含什么，就是你没有把一个国民身份。就是你没有把一个国民身份给搞清楚，就是说你不知道你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你们想想是不是？是的。对。说你是基督徒，你是圣洁的国民，你是天人，你有什么？你有什么呀？对啊，平平淡淡一辈子，我跟你的话，咱两个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也没什么区别，就是嘛。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内心里面。并没有那种上帝国家的荣耀那种自豪感，还有我进了那么好的国家，你们羡慕吧？那啥羡慕不羡慕？没有什么羡慕感，就没有这种真实的感觉。但是呢，你说我们不明白这个事吧？我们还明白为什么？如果我是美国人，我是美国人，瑞士人，你们就会高看我一等。为什么？我的国家很好，我很舒适，你会高看我一等。但是我说如果我是天国的国民，你觉得你有什么？我真的。对吧？你没有这种心，为什么你没有这种羡慕的心？是因为你本来就没有上帝的国，你心里面就没有上帝的国家，能明白吧？你心里面本来就没有上帝的国家，所以说你也没法展现出来你的自豪，就是我因为我是天国的国民而自豪感，也没有什么自豪。我从你们心。反正我没有看过你们的自豪感，我是天人，我很牛逼，我很牛，怎么了？我就是天人，没有这种自豪感，更多事儿是吧？哎，我天人，我很苦，苦不拉几的。现在没有自豪感，很多人都默默的。
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嗯，别说自豪感，就是我们没有这种真实的自豪感，但他们很有自豪，就很有底气。我信的神亚伯亚伯拉以撒雅各的神，以耶和华神，底气十足，你知道吗？所罗门怎么怎么样，大卫怎么怎么样，对不对？说国家怎么怎么样，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自豪感，我们没有那种对于国家成为他们的公民的自豪感，自豪感，因为啥自豪了，都一样，也没有自豪感，没有自豪感，没有自豪感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对于上帝的国家可目度小，不是可目度小，是你根本就不理，根本就不理解，你根本就不理解里面有什么东西，你根本就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不认识国，但是呢，我们对于世界上我们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很容易落地，我们在世界上的国家很容易落地。比如说明天啊，我们都以后明天我们全部移民到瑞士，你们今天开心死了，我跟你讲，笑吧，你就所有人都会移民到瑞士，你笑吧，今天晚上大笑。这个也算不算是一个问题，还是在于一个是看得见看不见的问题。所以说上帝的国在哪里？对，不在这里，不在那里，在心里。这心里有没有？对，这个问题就在于你心里。就是这确实如此，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因为原因是什么？因为现在确实上基督的国还没有开国，这确实还没有开国，对不对？开国也结束了，也没你的份儿。对、啊。开国也没你的份儿，所以说现在只是建国大业的过程，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应许就我们现在跟旧约时代是一样道理，我们正在走应许之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怎么走了多久啊？包括他们当奴隶400年，对不对？他们走了很久才建国了，在大卫时才建国，他们走了将近约1000年时间，1000年时间，对不对？才建国是吧？他们走了将近约1000年时间才开始建国荣耀，但是这个应许，但是呢，现在呢，耶稣同样告诉我们什么，对吧？同样。以色列国家要复国，对吧？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复国，上帝的国家要来临。耶稣怎么说了？上帝的国要来临了，你们要当悔改。上帝的国家要来了，不是告诉你说到非洲要来了，以后移民到非洲啊，你们赶快悔改，以后去非洲。估计这个没有人会去。会不会有？你可不会呗，对不对？所以说，耶稣是什么时候告诉你，上帝的国家要来临了，你们要赶快去预备自己，去预备什么？你的拿绿卡身份，拿绿卡，对不对？有机会来了，机会拿，赶快拿绿卡，是不是？是的，对吧？有机会，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国家的国民，就是成为有国家的国民机会来临了，你们赶快了，跟得上。你们想是不是？是这样的，是这样一个国，是一个国，是个国家的吧？对不对？对于一个国家的一种渴望度，移民就是对于移民这件事情的落地度，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移民多么美好，对吧？多么美好！我刚才也举出了两个很强的例子，包括阿富汗那个抓飞机的例子，还偷渡跳海的，还有住墨西哥，对不对？它都是移民，吸引力很大。咱就不用谈那种地狱那么可怕，就谈去美国的事儿，人家那种赴汤蹈火，是不是？对吧？今天晚上发了一个图片，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啊？就说国家移民这个多少钱？你们不用打手机，你们昨天看了没有？嗯，就注意注意看嘛。就说欧美发达国家，我在分享为什么人家愿意花200-300万。不，你说姜子妹真人真事儿，他为什么投资300万，钱都花光了，到新西兰的事儿。但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变卖家产了吧？嗯，对，撇下所有一切了吧？是。为了去往移民到新西兰，撇下一切了吧？钱打水漂了吧？嗯嗯，没有了吧？嗯，为什么干这事儿？为什么他愿意拿出300万来搞这个新西兰这个公民身份？你想的是说真事儿似的，对不对？那不说地狱吧，比如说，不要说。我们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逼迫了姜子妹赶快去离开这个地方。我不用这样说，不用讲那么残酷，就讲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国内新西兰怎么能愿意这个人愿意花所有的钱去移民这事儿，付出所有的代价去做这事儿，为什么呀？他的值得，值不值？值得他这么做。为什么呀？没有。
你想，你想什么？这真事儿吧？都不用谈别的，不用谈地狱火湖这么难了，对吧？就谈论一个移民什么？你看世界啊，就是说，如果你们信真的话，我说世界移民他都是这样，更何况你像基督的国家来临了吗？那里面，对吧？那里面，对，怎么到这个我们就无法理解呢？我们就做不到了呢？奇怪了。你们愿不愿意变卖所有一切，然后移民到瑞士、新西兰？你们愿不愿意？你想想，你们愿不愿意？确实是。那你去打工都愿意？你说，让你去做牛做马，你只要能把他送出去，做牛做马也愿意，对不对？你愿不愿意？因为那个国家是太好了。太好了，所以首先还是看心理，你心里能不能看见那边的财富，还有你所在的地方，就像那个飞机，抓飞机那个，看到自己的地方很绝望，对呀，您搏一搏也要去那边，去那边干啥都行。其实有些人他生活可能很好了，都住别墅了，然后不想，他也觉得我这也挺好的呀，我才不想去呢，就拥有太多，为什么耶稣说？有钱的人进天国很难，对，就是他拥有太多了，就很难，他不向往那个东西，因为他觉得这很好。你知道说在中国哪一个城市人移民是最少的吗？青岛。不是。是北京。北京。不是。上海。哦，上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上海的钱最好。上海，你别忘了，就是他们城市排名是按世界级城市排名，他们去往别的国家都看人家是垃圾，你想什么？都看人家是垃圾。国际大都市。去往地方，美国那个垃圾地方，你让我过来，你就知道人家那个，人家不会移民了，人家那个有钱，人家一套房子几一两千万了，人家出去玩旅游，你出国留学啊，一百万不叫钱，你知道吗？这上海人这种思维逻辑，上海人都不会移民，就觉得外面都大农村都垃圾。然后不用不会移民。上海人很瞧不起外地人的，我就去过上海。所以说你就知道，所以说这事儿呢，那也不是为了搞种族歧视，这说是什么？说个现实的，为什么？因为当你认为你这个地方很好的时候，对，就没有什么的盼望，那觉得挺好了，你去移民啥移民，对不对？是吧？为什么财主进天国难？因为他觉得挺好的，为什么？有啥可言？我现在活得挺好了。他认为他自己那里就是天国。对，是这样。他认为生活就很美好了，他很难去看到，他很难看到，除非他有什么共享吸引力。对，就是这个样。属于共享吸引力。所以说，移民一个国家，所以说你发现没有，移民一个国家是我们首先是我们其实移民的时候其实也是对于国家做窥探，我们是探子，发现没有？移民之前你肯定是先做探子，了解各个国家的这个风土文化呀，到底这个国家适不适合，对不对？现在就在窥探。对不对？是不是？那么你移民的时候，你随便移，你不也不是，而是说你对于哪个国家，其实这原理，其实如果你能把这个世界上的事吧，转化到信仰里面，现就是说这两个一比一还原的话，其实很好理解了。其实你也有大有盼望，大有信心，大有喜乐，你也感觉很自豪。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真事儿，对不对？没有真事儿的话，当然我如果我喜乐的话，我也傻。就像保罗哥说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好像我们信上空。对，确实是信。就是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上个国家没有这么美好，最后发现去了非洲，我觉得我去当天，我觉得很别忘了，赶快回来。天哪！我先求说耶稣吧，然后死了算了，我也不活了，我不下地狱，你直接让我死了也就了。就当我不存在过，当我没有来过这个世界，当我从来没有存亡过，对不对？不是实话实说的，我都说什么？对吧？去了天国里边，苍蝇滋滋滋，再活一千年，我对不对？一千年挣扎了，你去我挣扎干什么？我只要不活就是天堂，只要不活就是我最大的盼望，不下地狱不你。第一不让下地狱，第二吧，你也别让我活了，对不对？那很现实了，对不对？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说，上帝的国家是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国家。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觉得你确实，你从今天起啊，打开手机，
看看其他国家有没有你想移民的国家，那么你就是这事儿，对不对？看你有没有想移民的国家，对不对？就发现发现，对不对？是上帝的国家，确实是我们必须要转化成一个真实的国家，真实的一个国家里面有什么东西，它到底为什么吸引你，一个国家概念。所以说我先今天讲的是移民啊，就是移民到上帝国家，先讲一个整体上，这是一个整体上的一个国家概念，然后我跟他讲个人了，对吧？那么移民呢吸引我们的一个国家是很大的，但是呢对于我们个人呢也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们为什么说，我刚刚说的意思是什么，就国家吸引我们，除了国家吸引我们之外呢，还有我们对我们个人本身有很多很多的吸引力存在了。然后我给你们读经文，我读了，我先从创世纪开始读，创世纪41章40节到44节，法老对约瑟说：“我要派你管理我的家，我的人民都要遵从你的命令，只有我的权力比你大。”法老又说：“我现在派你治理埃及全国。”于是法老摘下手上的用来盖印的这个戒指，戴在了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了细麻袍，把金链戴在他的这个脖子上，让他坐在自己的第二辆车上，并有人在这个御车的前高喊：“跪下！”这样，法老派约瑟这个治理整个这个埃及。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但没有你的命令，埃及的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行事。”然后呢，再读就是马可福音10章35节，雅各和约翰对耶稣说：“老师，请你答应我们一个要求。”耶稣问：“那么什么要求呢？”他们说：“在你的荣耀中，求你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不过耶稣说：“不过谁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来定的，而是为谁预备的，就让谁坐啊，天父预备的。”就是说，你通过这两处的话，就是通过个人角度，我刚才说国家角度，现在没有开国之前，你知道对于我们而言有什么机遇吗？当一个国家还没有开国，对于我们有什么机遇？还有机会能拼下去，来，那个谁声音大？那个沙班，因为你在读了。我不懂，普通话没那么标准。东哥来答《路加福音》19章11节到11节开始。《路加福音》19章11节开始。《路加福音》19章11节。对，读到第几节？读到第22。22。对，《路加福音》19章。对。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路加福音19章11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做成。”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1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
你这恶虎，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继续吗？好，下你不用。哎，我跟老王不一样，我不为什么我是一千个银子那个版本不一样。版本不一样。版本不一样。他读的是合合本。合合本两个故事都不一样吗？啊，管理是个重实。路加福音我。对啊，管理是个重实。嗯，合合本确实不一样。啊，差这么大。嗯，不一样。你们谁有那个本儿？你的什么版本？我这是合合本。我这个是单带一本。单带一本，对。单带一本的那个张家嘴没读。哎，读。那读了不一样，一点都不一样。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五节，那贵族受到封王，哎，从哪开始？十九节，主人说：“我派你管理五座城。”不是十九节，十一章，十一节开始。从十一节，十一节，对，众人在听的时候，耶稣又为他们讲了一个比喻，因为他快到耶路撒冷了，人们以为上帝的国马上就要降临了。耶稣说，有一位贵族要到远方去受奉为王，然后返回，临行前他召集了十个奴仆，发给每人一千个银币，吩咐他们，你们在我出门期间要用这些钱做生意。可是他的人民却恨恶他。他们随后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请愿，说：“我们不要这人做我们的王。”那贵族受奉为王回来后，召集十个奴仆，想知道他们做生意多少。第一个奴仆上前禀告说：“主啊，我用你给我的一千个银币赚了一万个银币。”主人说：“好，你真是个好奴仆。你既然在小事上忠心，就派你管理十座城。”第二个奴仆上前来：“主啊，我用你给我的一千个银币赚了五千个银币。”主人说：“我派你管理五座城。”另外一个奴仆上前说：“主啊，这是你先前给我的一千个银币，我一直把它包在手帕里，因为你很严厉，没有存的还要收取，没有种的还要收，所以我怕你。”主人听了，对那奴仆说：“你这恶奴仆，我要按你自己的话定你的罪。你既然知道我很严厉，没有存还要取，没有种还要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币存在钱庄，到我回来时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接着他吩咐站在旁边的奴仆收回他那一千个银币，赏给那赚了一万银币的。他说：“主啊，那个人已经有一万银币了。”主人答道：“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给你们更多，没有的连他仅有的也要夺走。至于那些反对我做王的仇敌，把他们捉回来，在我面前处决。”好，行，走。所以你发现我刚才讲了一个国家概念，对不对？你先讲个人概念，对吧？个人概念就讲的就是说，刚才这个耶稣用的比喻，包括刚才讲约瑟，你知道这个当时这个约瑟和这个法老预表谁吗？预表耶稣。对吧？其实一个国家来临的话，那我问你，一个国家来临的话，是不是又有君王？对。对吧？一个国要开国了，对不对？我们请问一下，就是说，任何这个开国是不是先选择一个郡王？王嘛，需要一个王嘛，郡王、国王，对不对？对吧？但是国王位置是不是已经定了？是。对。国王位置已经定了。嗯。对吧？国王是谁呀？基督。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配得所有的荣耀，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说这个基督作为郡王这个位置，他是已经定了，就是
新天新地，我们的郡王是谁啊？没有谁，对吧？没有这个人王，也没有说啊，他有个并排的人，不可能，对不对？郡王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明白了吧？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地上的王，因为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其实耶和华神也有他的心意，心意代词，对吧？人王和这个天王，这个区别在于什么？人王和天王区别在于什么？人王和天王的区别在于什么？如果咱假设说，让大卫新天新地里面大卫到王里面，好好修，好不好？让大卫做这个君王，好不好？不好。以后做我们的王，好不好？大卫。啊，好不好？可能。大卫做我们的王。对呀、啊，好不好？新天新地，让大卫做我们的王，好不好？为什么？因为大卫是人嘛。咱就是考虑个事嘛，就是说没有意思。帝王是有区别的，他是地上的王。天王。为什么我们期待？因为什么我们期待这个基督成为我们的王，而不是大卫呢？原因是什么？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大卫也没有上。是这样的。那么你想什么样的人成为你的君王？完美的。对吧？就是很简单嘛，我们都希望什么？他的属性，对，他的慈爱、怜悯、公义、智慧。是不是啊？审判、圣洁啊，他所有属性，我们都期待他是完美的嘛，对不对？对。是我们期待这个君王是完美的，对，人王是不可能的。人王他是有这个缺陷的，是吗？对不对？人王是有缺陷的。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所以说，在旧约时代里面，耶和华神也让我们看到了什么？人王不靠谱。那为什么叫预言和平的君，对吧？永恒的君要来吗？和平的君。对吧？弥赛亚来，因为要告诉他们，其实呢，要来那个王，只有基督才配得他成为这个国家王，那可以。他的国度到永远远，所以说在旧约时代，他是有个预表性的，对吧？以色列人想要一个王，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又不知道这个，其实他们有天王就已经很完美，对不对？但是他们想要一个地上的王。你想要的地方，对吧？这也不是神所喜悦的。这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个，他们原因是什么？弃绝了天上王，而是要了个地上王。这是神不喜悦的，这是神。所以说，当时撒母耳求告了一个迹象、征兆，告诉他们什么？耶和华神不喜悦你们。那天呢，大雷、电鸣，对吧？电闪雷鸣，对吧？告诉他们，这是耶和华神不喜悦你们。对吧？当然也是什么，因为他们也在重赏这个过程，对吧？他发现这个列王记，于是列王记，他们发现了什么？就是说，在列王记的时候，他发现了什么？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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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完美的王。对，一代一代过去，没有一个他们，没有一个他们这么认可的王，是不是？没有啊。所以说，基督弥赛亚为什么说我们基督弥赛亚他作为这个王，他这个是完美的，就这个原因。你们想想是不是？没有天王，当然没有天王，就是我再没有地上的王的意思，不代表没有管理者。对，对吧？就是这种方的区分啊，那不能说不以后呢，我们只有一个王，哎，又这个国家又变化了，就耶稣必须每件事都亲近，又该一变又回到这方面了。是的。对不对？这个也是错误的理解。对，就是耶稣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也不可能每件事都给你亲力亲为，亲力亲为那是不可能了。因为国家管理体制，它也是不可能了。对吧？那比如就包括那约瑟一样，包括约瑟，对吧？包括这个法老，对不对？法老把这个戒指的印章给了约瑟，对不对？是吧？对吧？取掉权力授权嘛，授权了给约瑟，因为约瑟会管理，对不对？刚才我们读到了各种各样比喻故事，包括雅各和这个约翰他们所争论的、所争抢的位置，你们知道，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没有开国的时候，对于我们什么事，对于我们个人什么样的机遇呢？不单单只是说个生命的长度问题，永生啊，不单单只是这一个，不单单只是永生，它有很多很多的机遇，对我们，只要国家没有开国的时候，它有很多的机遇，因为。
一个国家的建立，你部门有没有，各个管理是不是各个部门有没有空缺岗位？各个部门有没有空缺岗位？肯定有，要不然的话，雅各和约翰他们两个争吵就是两个傻子，没有岗位的吧？就争吵啥呀？对吧？如果没有岗位，争吵啥呀？因为他们相信，因为他们是真的相信了耶稣什么是君王，对吧？是，所以他们知道马上要开国了。他们刚才想起来吗？上帝的国，因为大家都认为什么？上帝的国要来了，嗯，是吧？耶稣给，然后呢？耶稣呢也没有否认，耶稣给他们用了比喻。我现在呢正在人是干什么？我现在正在人被封王的阶段，对吧？我现在被封王，但是呢，一旦开国的时候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什么时间段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那么耶稣授权当王，那么我们为什么让我们活这么久啊？为什么让你们不思考吗？为什么让我们活这么久啊？就给我们成为一个人工啊，就是等待什么？等待机。开国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空位空缺，对不对？看谁有这个本领，谁有能力，谁贡献度大，谁忠诚，是不是？看谁能坐哪个岗位，谁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谁做事支派啊？外邦人怎么怎么样啊？这岗位很多，大小岗位，从宰相，还有这个军队元帅、宰相、元帅，还有一品官、二品官、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官，对不对？那官是很多了，官还很多了，对不对？那么你是当巡抚呢？你要当衙门呀、县官呀，什么官什么官，对不对？你是百夫长啊、千夫长啊，还是万夫长啊？你是排长啊，还连长啊、军长啊，他还是这个团长啊，对不对？那么这些空缺位得有空缺位的，你知道吧？对。所以说，耶和华神还没有给我们开国是干什么？给我们个人就不单单是永生，永生那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如果你的目标只是为了这个生命长度的话，太没有意思了。对。太就是天国太无趣了，也没什么吸引力。说实话，你快别去了，没什么啥意思。对。对你而言也是挺无聊的。但是呢，又。因为什么它很有吸引力，是因为首先这个国家很有吸引力，对吧？国家很有吸引力。其次什么，它现在就耶和华什么这个君王能定了，对吧？所以说后面的岗位很多很多的职分，哎，论功行赏奖赏，你比如说你要住几环啊，你要到天国里面你要住几环，室内市区啊郊区啊，房子多大呀，大小啊，装修怎么样啊，有没有河流啊，这些东西是给我们的机会，对，这才是给我们的机会嘛，对不对？那要不然的话，这让我们活这么久干什么？对不对？这为什么还耶稣说我给你五千呢，啊，我给你一千块钱，看你中你能赚多少钱，我看你能赚多少钱，对不对？那么耶稣不就是看你的，就比如说假设说我今天我吧，我今天我们开了一个公司啊，我给这样，比如说咱干个房屋中介啊，我们只论提成，对不对？那么你们要出去卖房子，出去租房子，我一个月下来我看你什么呀，我看你们的业绩，对不对？嗯，是啊，贡献度，对不对？你们贡献度的话，贡献你借助我这个平台啊，贡献度高的话，哎，我先评论谁是销冠，销冠，对不对？以后有销冠，对吧？销冠的话以后拿到多少奖金提成，对不对？嗯，是不是？那么以后这销冠的话是不是你以后你比如说到家你带领这个团队以后怎么去管，怎么做销售，是不是？嗯，是不是这样？所以说耶和华神正在考察我们什么很多的属性，让我们活下来干什么？考察我们很多的属性呢。对他的国家这么尽忠，也是通过这个能力，通过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属性手段，然后来展现出你到底能挣多少钱。他为什么说耶稣说我给你一千块钱看你能挣多少钱，对吧？你能挣到一万，说明什么？你的各个方面又你又忠诚，又有智慧，又有能力，啊，又勤奋，那只能证明，就是证明了，对不对？是不是？你挣钱多，说明直接点个，对不对？所以说，那么既然给你一千块钱，你能把这事干得那么漂亮，那么耶稣就说，我给你管理十个城市，我让你管理十个城市，我省长，就省长，对不对？管理十个城市不就省长吗？对，对吧？山东省那么大，城市都要去了，对，是不是省长？是，能不能理解？就耶稣说的话很接地气，是，就是耶稣说的话很接地气。你以后是当什么？你以后是当宰相呢？巡抚呢？
对吧？你当省长呢，市长呢，县令呢，对不对？还是村长？村长，那么说人家说耶稣说很接地气的事儿，那么你一千块钱能挣一万，说明什么？你会有本事，你会有本事，那我就让你当个省长，哎，这事你来干，对不对？对。那么耶稣说话不就意思？我那么对于那些不挣钱的人，说白了就是什么，又懒又饿，然后也没有智慧，愚蠢，我只能这样讲了。那啥都不啥，就是啥事不能干。对。说干啥啥不能干，干不好，要你干什么？干啥啥不会，吃饭地位。对不对？那要你没什么用，是吧？所以说浪费资源了，浪费生命了，所以天国也不会要你了，世界上人也不要你。你比如说你开公司啊，你会不会养闲人？你开家公司啊，养闲人，那个人天天坐在没事干。天天占用了这个地方，浪费你的资源，他们越发工资你越不愿意，你都不愿意，地上事都不愿意啊，你耶稣就愿意了。耶稣傻，对吧？你除非你认为耶稣傻，但耶稣，你想他傻不傻？所以说，我们如果能把这，就是把天国、把上帝的国家当真，跟社会上真事一样看的话，你发现这个信仰。多么的真实，很真实。他们俩不是一对一关联的，他们两个是一块儿的，都一个东西的，就是一模一样。我跟你讲，一模一样。今天很有意思，发现就移民的时候，移民国家，你必须要提供，你发现有无犯罪证明。移民啊，你要提供无犯罪证明，这个事就很有意思。你进入天国，你也必须要提供无犯罪证明。你怎么提供天国的无犯罪证明啊？必须要。悔改所有的罪，不是必须有耶稣基督，必须有耶稣基督，就是保血洁净。你发现没有，到每个移民国家，他们都要提供无犯罪证明记录，对不对？到了天国也是，我发现这两个都一样，这两个都一样。是的，因为我们到了天国，我们必须靠着耶稣的保血，耶稣保血洁净，耶稣的保血洁净，无犯罪记录，对，一模一样。有印记啊！你所以你会发现，你会更加发现什么？所有地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在这反射天界里面还原性的东西，一比一还原性的东西。没有耶稣基督，对吧？然后呢，还谈个人，还说实话，可能人不愿意听这句话。人分为三六九等，人分为三六九等，你愿意听不愿意听，你都要接受这个现实。你不管是在地上也好，在天上也好。都是一样的，人分为三六九等。为什么？如果人没有三六九等呢？那么我为什么要努力？就说什么？我凭什么要努力这个事情啊？我为什么呢？咱把三六九等人，就是把三六九等这事拿走啊！我就问你一句啊，我为什么要努力行吗？我为什么我的努力的动机是什么呀？你把财富。权力、地位、荣耀都拿走啊！你就说拼命干，你拼命干干。我关注这些问题是，我努力，他起码有动力吧，对不对？结果对吧？如果咱都是一样的话，我宁可回家去玩游戏、打游戏的，去空聊。那就对一样。我的目标是为了激励得救，我的目标是为了激励得救。真是没有动力，啥也没干。咱的目标是为了激励得救，全都为激励得救。都被积德就行了，天就是你会想天国所有的人啊，都差都做差不多差，对吧？你把你做多，反正你做多，你要不是多劳多得，而是说你做多了吧，也没有，你少做吧也一样，那你做多有什么用？那我还不做，你为什么多做？是的，你想是不是？嗯，是的，就这样。所以说，人不愿意接受三六九等，但是你就反了想。为什么你不当官啊？那是因为你是不是你不可摸？是你没有你为什么不想要住大别墅啊？几百平方大别墅？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种追求欲，你知道吧？上次我说一句话很有意思，说耶稣啊，首先什么？他是见过世面的人，你知道吧？他为什么不爱地上的钱？你知道吧？你知道为什么耶稣不爱地上的钱？你讲个事儿啊？难道耶稣就是很清，就是那种清官一样清廉？我不爱钱，耶稣说我不爱钱。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这事儿吗？钱都是他造的，他的目标并不在地。看不上。他在天上看得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像一些人，估计很难理解了。耶稣说不爱钱，不是说是让我们
这个好像感受让我们当什么清教徒啊、和尚啊，就偏什么和尚不爱钱，不爱钱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没有七情六欲，那这不是吗？人家佛教的极乐净土什么？我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空，因为他们强调这种空，你知道吗？但基督教不是这样，我发现了，我们现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这种清教徒思维。什么叫清教徒思维？耶稣不爱钱啊，注重什么？空空，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是最好的。但是不是这样啊？是耶稣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人家活在那个世界里面的这个钻石、珍珠、玛瑙。那些东西多去了，人家财富是多，人家的国家财富是多少？不是说耶稣说不要这些财富，而是说他的财富太多了。本来非财，这财富他国家荣耀地位，他见过大世面的人，你知道吗？所以说他对地上你的小钱儿，你给他个黄金，天国他多去了，他国库里面，你让国库里面这都是黄金，他这黄金储备多少，你知道吗？所以说吧，他那现实版，我说天国的黄金储备是多少，你知道吗？路上铺的都是不知道，对不对？人家黄金储备就是耶稣是个国家君王，他会在乎你这点金子银子，这点钱这个铜板，你明白吗？为什么说不是说耶稣像我们今天想象这个跟和尚一样？我就发现很多人错误理解，耶稣不爱钱，不爱权力啊，不爱势力，不爱啊，不爱荣耀，不爱。就跟和尚，色即是空，每天耶稣打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麻痹的，这不是耶稣，这不是我们的信仰，这根本就不是我，更一点不沾边，因为我们的信仰，耶稣是什么样的信仰？财富、地位、权力、荣耀全是他的。那么唱首歌，都为什么不唱？耶稣是真的情，对吧？情是我们要追求的，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唱情吗？情是我们的，对吧？打越情越好，越情越穷光蛋对吗？那为什么不这样？您的厕所是黄金做的，你看所罗门圣殿，所有碗，你都没见过，人家的碗都是金子做的。那么你们他为什么不用塑料做？正牌什么都是。但是代表什么荣耀？你们这样，人家耶稣见过大世面了。所罗门都，你想所罗门的桌子、器具、吃饭都是金子做的。啊，耶稣的就是对啊，所以说他到世界，他微服私访到世界来看我们这些东西吧，觉得很有意思。根本没有见过世面的，这是要钱吗？就好像我们见非洲啊，非洲见我们，哦，这多好的衣服，我都光着身子。你要不然，对你上非洲体验，人家怎么看你？哇，好富有啊，对不对？对不对？那么漂亮，那是不是？你上非洲试试，你穿个衣服，人家没衣服穿，你很有衣服穿。但是呢，人家从非洲人把最好的给你件新衣服。你说我的国不在这里，因为我不稀罕，对不对？有。那然后呢？哎，我这是真事啊！人家把那个康师傅方便面啊，极品食物，极品康师傅，你再拿一包康师傅方便面在非洲，人家都说了跪拜你，哦，终于有些荣耀啊来了，这个大财主来了，真事儿。是，你上非洲拿一包康师傅方便面试试，人家可能给你最好就是康师傅方便面，但是你反了想。如果人家把最好的康师傅方便给你吃，你会什么感觉？哎呀，怎么让我吃个方便面？你就知道耶稣来到微服私访的世界上，你拿些钱想诱惑耶稣，你觉得很可笑，就是那不可能的事情。人家是见过世面的人，就像我们现在居住的环境，见过世面的人，你到非洲去，我们会，人家还拿了那个诺，就诺以前诺基亚 N95 出来。打手机 BB 机带个大的，你觉得什么感觉，对不对？所以说你明白了，耶稣不爱钱是因为这个不爱钱，不是说耶稣跟和尚一样啊，清光淡好唱歌，他不是这样的一种环境，他不是说让我们当和尚。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错误的对于这个信仰上的一个判断。对，不是说穷，不是说耶和华神让我们穷，人家耶和华神让我们住圣殿，住圣殿，你知道吗？对不对？耶和华神要让我们去往他的国度里面过好日子，对，让我们得财富，发大财。耶稣带着我们发大财，明白吗？我们并不是说让天国里面过贫穷的日子、苦日子，对吧？
饭吃不上，水都喝不上的日子。不是的，他的国度里面什么都有，很丰富，他是让我们过富足的日子，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很多的错误的理解，然后过苦日子。为什么在这个世，在这个为什么在寄居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过苦日子？为什么？是因为这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筛选人，对不对？同时呢，你要为移民这个事要付出代价，付出你的代价。那这个事儿，因为移民就要付代价，这是个实事。但是不代表说我们移民之后我们就过苦日子，那么谁愿意去？我就不愿意去。如果是为我苦日的话，我就走，我早走了。你们爱谁去谁去，你们自己去吧，我走了。对，这样如果过苦日子，就过苦日，到天国里面是过苦日子的话，我也不去。对，真的没有必要，想能不能付出所有的代价，就为了去过苦日子？那干啥干啥呀？还不死了算一了百了？还不如对吧？反正都要死了，先享受，对不对？是不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国家开国的时候，他的国家的很丰富，很丰富，经济很发达。我们过去过好日子，要啥有啥。对，我们是过好日子，对不对？我们是过好日子，我们不是过贫穷的日子。所以说，我们就要明白，基督这个国家是很丰富的，比瑞士好多了。对。你就想，比瑞士好多了，比新西兰好多了，是澳大利亚好多了。你认为这国家加拿大、美国比他们好，不知道好哪去了，对不对？这实事嘛，对不对？就过好日子了，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愿意付出我们的代价，就是因为我们要什么？要有财富，我们冲着钱去了，只是说不爱世界上的钱。为什么我们也不要？因为什么？因为这确实不咋地，对不对？确实不咋地吧？是的，对不对？有什么好呢？我也没看出什么好的。爱天国的钱，不爱地上的钱。对呀、啊，为什么耶稣说？那如果耶稣不爱钱的话，为什么说要积累财富在天上？那说这话也没什么意思。那这话也说，这互相矛盾。耶稣不爱钱，要让我们积累财富在天上。所以说你明白了，耶稣是不爱世界上的钱。对。世界上的钱真的没有意思。你要积累财富在天上，你要打开你的天国账户，对不对？因为这些钱才是跟你到永远远，这些东西跟你到永远，那个东西是肯定的。天国，这样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更难。可能有些人在想，为了去天国我愿意，但你跟我说天国有那么多财富什么什么，可能他还不想了哦。真的哦，慢慢想，因为有些他可能他就是为了得永生了，信耶稣的确实有了啊。但你说天国有那么多，什么财富啊？我本身就是为了看待世界了，我也不需要赚这个钱了，我为了永生而信耶稣。但是现在把这个道讲的那样，天国有多少财富，确实是那可能他还不稀罕呢。那清教徒是讲吗？啊，讲到皇上还不稀罕呢。之前我们都有这个想法，哎，是你们想，只要得永生就是想法。对呀、啊。后来慢慢的老捡这个钱，你到了天国里边就给你个厕所，你站不起、立不下、躺不下，而那么大的地方憋死了、你觉得有啥意义？无非就是没有到地狱里受苦。剩下也没啥意义，所以说，这为什么说以色列开国的时候，为什么上帝国家又来临的时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为什么说他们都这么喜乐、大有盼望，就猛足的劲儿干，猛足的劲儿干，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没别的，是因为以后要来的荣耀，没有荣耀的话谁去？所以说为什么说有自豪感？为什么？因为我马上要成为天国的国民了，我拿护照了，居民对不对？这是自豪感，那你去不了，你要给我得到啥？但我们如果当我们这帮人能活出真正能活出那种自豪感的话，说明什么？你信真了。如果不是的话，其实上帝国家你还是没有搞清楚，没有落。就是说明在天国那个房子里也没有你的名字，对吧？因为那上面的人肯定是能上去的人，肯定现在就已引以为豪了。五哥，你把那个关一下啊！哎呀，忘了。无意把声音剪到最小。我把声音调最低。对吧？声音调最小。可能一不小心就按到了。好，行。所以呢，前面有国家概念、个人概念。如果你对于好像说实话，
有时候挺矛盾，你说你不爱钱吧，也爱钱，对吧？但是呢，但是呢，我要说我们要转化我们的思维逻辑，我们爱天上的钱。嗯，因为首先我觉得是我自己啊，也不是说否认钱，懂吗？嗯，我觉得也没否认这个，除非我否认哈，除非我这个人很清，你知道人有清廉，确实有什么世外桃源什么的，确实有这样的人啊。但是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不属于这样的人。什么世外桃源？世外桃源就是人就是有就像过那种清贫的生活，就那种深山老林啊，对，就喜欢有人就是有这种思维，归隐山啊，对，他觉得这样生活很好，不爱钱，不爱势力，不与世隔绝，他就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现在首先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爱财富的人，我也是爱权力的人，荣耀，为什么？因为这耶稣也要这个。对吧？正那么雅各他们也要，对不对？不是正常人吗？这是正常人。我觉得正常人思维逻辑应该是积极向上，什么一个向上一些。那为什么？因为本身这个财富它本来就象征了什么？你的努力嘛，对，多劳多得。那你说不是多劳多得？你不干活，天天睡大觉，肯定不没有；天天睡大觉，天天说都没有，那肯定必然了。对，对不对？是不是？你们想想是不是？是。所以说，如果你们能转化什么，把你爱世界上的钱吧，还要爱天国的钱，对吧？其实一转过来，就开窍了，一转过来，就怕转不过来。一转过来，哇，原来我追求天国还可以追求财富，只不过我追求的是天国的财富，对，那个就更加的喜乐。对，你要积累财宝在天上。保罗说：“想想将来的荣耀，将来的荣耀，那肯定不是只仅仅。”仅仅复活。所以你们也看到，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信徒他就是说很被动，他不是那么积极主动去做神的工的原因，就是他心里就是没有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没有。还有两个点，我觉得有两个点，一个点是你本来生活就很消极。就是你本来生活就说白了，你在世界上也不爱钱，也不爱权力，也不爱荣耀，你在世界上也没有。所以说，你想理解上天国有的话也很难。说实话，对，你在世界上都不是个积极上进、拼命努力的人，那天国也不会，也不会，安过得那种很安逸，对，有吃一餐，有吃一餐就算了那种，不想努，不想努力。如果你在人都很难进天国。放心吧，虽然信了，虽然也就是说目的也是为了去天国，虽然也是撇下一切的。你有想这句话吗？你在生活上、正常社会上，你都不愿意追求钱，不爱钱，也不爱权力，然后让你转化到天国里面追求，你更不追求。世界就是看得见了，你都不追求。那反过来讲，看得见了你又不努力追求，你看不见了，你能努力追求，更加不努力追求，这不是这么回事吗？看不见了都很清贫啊，就是。对，看不见的不努力追求，就是你现在转换过来，你去追求这个信仰的话，也是成为一种清教徒的思想。对，就是清教徒嘛。他为什么有这些当和尚？为什么天主教他有修道院？他们错误的理解。对，这个就是错误理解。当和尚错误理解，清教徒，你像在美国也是一样，照样过着那种苦日子。不用电话，不用电，不用手机，故意的，就点蜡烛。当然，这是他们想要的生活。嗯。但是天国里边，就是上帝国家来临了，不可能是那样的。那我能，如果这样的话，我也不去了，去干什么？对吧？去那过苦日子。那本来就世界上挺苦了，我还去那过苦日子。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天国就是一片空了。对不对？你想一想嘛。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信仰是很现实？为什么以色列人大有信心、大有盼望？他们为什么这么样？这个渴慕度非常高？为什么彼得他们这么火力是嘛这么强？那就是因为什么？他们知道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这个国家多么美好，是的，对吧？多么美好！当然，使徒约翰已经窥探了那地，要告诉我们，确实本来就很美好。对呀，那天国不是空的。你看神那么伟大，他当然是创造地上的国都那么丰富，更何况天国。对呀、啊，更何况天国。对呀、啊，人在地上追求地上的国度都那么丰富，更何况天国。天国就没办法想，你想都没想到、你看那上次师母看到的印象，你说比地上的要美，不知美多少倍呢？对呀、啊。人家在里面干什么？看到天使在里面飞呀、啊，那个才。对、啊。太美了。对吧？地上都
从地上启示都是从天上来的，你看我天上启示更加丰富多彩嘛，对吧？不管是军事实力、经济的发达性，对呀，还有环境那种美那种，还有社会体系，对吧？法治社会，它肯定都是很强、很美好的这块，对不对？对呀，创造那么丰富的天国，不就是为了那些，为了给预备给那些人争取努力去追求那样的一个国度？去争取嘛，不是给那些懒散平平过清新就那个清教徒，你上去就想上个礼拜说的那个一辈子的马桶那个，啊，一辈子坐的马桶，一辈子想游游游游游，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说佛教就是路西法魔鬼的那个骗术很厉害，就是给他们个教义很有意思了。空的，看到没有？他们也上极乐净土，但他们极乐净土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欲望，就是无欲无求嘛。无欲无求是最高境界。但是呢，我们基督教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无欲无求，我们是什么？正确的欲望，对，正确的得到，跟那无欲无求不一样。这两个就很大的概念，这个很大的区别。我们基督教跟佛教是不一样的。追求核心，虽然他们也去往极乐净土，也拼命修行，但是我们是为了什么？我们是为了更好的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这个佛教都不一样，那他们追求是没有无，达到无的境界，什么是最完美的？什么都没有，无欲无求啊，啥也没有，反正也不努力呗。他们努力也不是，他们努力达到这种无。对，努力达到骨子里，努力更空。对，空放空自心，还是为了未来的那个极乐净土的美好。对，还，但是极乐净土，它极乐净土就是无。对，空的。空嘛，它最高境界是空的，没有最高境界是没有欲望，没有欲望。撒旦对他们的骗术。没有欲望，但是呢，耶稣所创造了，因为男人和女人就行了。他们创，对吧？对吧？那为什么创佛教就对吧？那为什么创女人嘛？他为什么耶和华神说男人独居不好？那说这话也没有什么意义。对呀、啊。所以你就知道了，就是说，耶和华神所让我们去往那个国家，是一个很现实性的，对吧？很现实性的。只是说跟这个世界上不一样，就这个世界已经被污染了，各个体系，因为污染很有意思，人文被污染了，地理环境被污染了。环境被污染了，法则被污染了，什么都被污染了。但是我们去往那个地方了，都没有被污染过，都是完美的。所以是这个区别在这里，对吧？不是说无欲无求，而是说我们去往那个世界，我们肯定是分为三六九等，对吧？三六九等应该是一个让我们积极向上的，积极向上的追求了，对吧？你不追求财富、权力，那么你只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懒惰的一个人。因为你不积进取嘛，对不对？这都是积进取的一个动力，是吗？就像刚才那个经文的第三个人一样嘛。对啊，又饿又懒，那只能做又饿懒。耶稣就这样说。拿一千块钱天睡大觉都肯定了，就上班一样，打卡上班，领工资嘛，不一样。天天睡觉。哼。对不对？还想当官儿，还想赚更多钱。地上的老板都讨厌，何况是天上的老板。没有贡献度，你像一年下来销售业绩多少零蛋，你想想，你像那个老板上不上气，还给你发工资，那你赶走就算好的，超鱿鱼，对吧？所以说你把这个地上，你发现没，地上是跟天上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体系社会。哎，刚才说那个在公司里面那个没有业绩，虽然你每天在工作啊，在工作没有业绩的话，好像你不努力不追求上进，我每一天跌倒来。先到来打卡做些基本工作，没有销售业绩，哎，又等于那个清教徒的思想，又像清教徒一样。然后老板把你炒了，我要的不是这种人，虽然真的有底薪，但我是要你的业绩啊。所以说，你发现每个信仰耶稣所说的话，这个信仰都很实在。很现实的，都不是很抽象。只是我们人自己想象想歪了，扭曲耶稣的意思。对，天天自己想象。今天走差了，这都是自己的想法。都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没有跟这个信仰跟现实跟信仰很脱轨很大呀，行不行？啊，是。脱轨这个更不沾一块儿的边儿。凭想象把圣经给自己扣上。哎
胡思乱，就是说，所以说为什么说吃了这个虚拟幻象玩的人吧，就是很难走出来。那胡思乱天胡思乱乱想，信仰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根本它跟现实脱离，发现没有？信仰和现实是一比一还原啊。对。但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呢，都是胡思乱想。今天就个人上下别。我得永生了啊！我信耶稣得永生了，也不知道怎么信，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国家体系什么东西都没有。耶稣说不是喊主啊主啊，去往天国，最后他执意的人对不对？啊什么耶稣执意，耶稣执意，执意都不知道是什么。那天去天国就胡思乱想，都想着永生梦。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得永生吧，也不想，为什么？也无所谓，信仰。说你有所谓吧，你也无所谓。是。所以说，今天你们发现没有？我们对于这个信仰，首先我们是个移民状态，从一个国家角度讲。从个人的角度讲，我们都得预备的开国呢。我们正在预备着上帝的国来临呢。我们预备着开国，真正信仰，对都很现实。我说这个东西是很现实，对吧？你把这个，你把信仰当现实，就是你把这个信仰当成现实来追求，你肯定成功。是的。你肯定属于成功者。如果你把这信仰当做一种虚拟幻想玩来看，那你肯定不会成功。连想都不用想，这是，因为信仰是现实的，对不对？开国是现实的，实实在在，对吧？有个实在告诉你，是很实在了已经，对不对？信真，对吧？所以那天我在想，我们今天信仰，如果我们能切合实际，走向现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会成为成功者，就是走现实道路，现实化。其实不是很难理解，就是说这些经文不是很难理解，都很接地气的。嗯，这些就耶稣说的话都是很现实，都很接地气的。只要你现实点儿，你都能理解，不是很难理解了。耶稣说的话，是，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从旧约时代一直走到跟耶稣啊，一直到今天啊，其实他们一直走到是个现实性的路线。一直都是很现实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很难得到这个信仰？是因为我们不现实了，我们脱离这种现实性。想象太多，自己的定义，自己想象太多，老是想。脱离这种现实性，没有落地，没有把这个信仰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没有现实化，没有现实化，所以呢，我们走不起来，也很难去。也很难去配合建国大业，也在这个点。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建国大业好像离你很远很遥远，跟你没有关系，你不参与。但是呢，你只有通过建国大业这个过程，你才能拿到你的贡献度，你知道吗？不是你受成重生又怎么样？如果在建国大业这个体系里面，如果你不去按照法则规矩来办事的话。规矩来去纵上你的贡献度的话，你照样被砍下去，能理解什么意思吧？这跟受重生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阶段了，就说，我现在就受重生这个是最基本了，受灵重生是最基本了，对吧？因为我们在受灵重生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又开始做建国大业的贡献度的问题了，对不对？但是你不按照这个体系，按照规矩来的话。你不管是你是生重生，还是是不是有恩赐，他都是没有用，他都会被刷下来，你知道吧？都被刷没有用，要你，因为你也是个不遵守规矩的公民，对，明白吧？你比如说你是先知怎么样？那么你是先知，你连这个国家规矩都不守，就是做一个悖逆的公民也没用，对不对？对，所以说我讲到这个点的时候，你们就明白了。这跟圣灵重生、跟恩赐都没有什么太多联系了。就是我现在先，我讲不到呢，我已经成定义你们现在是不圣灵重生了，对吧？是吧？对不对？假设。对，假设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只能这样讲，对吧？我现在不会再讲圣灵重生怎么样，而是说，假设你们现在是天国的公民，你们应该遵守天国公民的规矩、法则办事了，对吧？你是天国公民，那么你就要按照规矩办事，要不然的话你公民身份就被夺走了，要不然你的公民身份就被夺走了。你是先知怎么样？乌纱帽也没用，对吧？摘你乌纱帽照样摘，
对不对？所以说你知道吧，我们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吧？身份地位现在还并没有全部都定下，对吧？还可能被会替代，对吧？你有护照，可能神也把你的护照拿走。你有不是说你有绿卡吧？你有绿卡的话，可能给你取消了，对吧？让你当官也可能把你乌纱帽拿走，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在这继续的保持，你有那个绿卡的人呢，好好的保住，对吧？生命冠冕，耶稣说了，那你有，如果你有生命冠冕的话，你要不要让别人抢夺走了？是的，不要被别人替代了，你要保护。如果你圣灵重生的话，你要保护你的身份，对吧？如果你有官衔位置，你有官衔位置，你要保住你的乌纱帽，别被别人抢走了，对吧？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呀？老师，我分享一点啊，有一点收获，就是刚才讲到耶稣为什么不爱财这个事。因为我是收废品的，我可以从收废品这个联想到，你看上次来到青岛，人家青岛这个大城市嘛，然后人家那个废纸它是不捡的，不是人家不爱钱，是人家有钱根本不在意那点纸，是不是？然后有时候去收废品嘛，有一些老板把一些铜啊什么东西垃圾当垃圾处理，我们以为那个老板傻了，其实人家老板根本不在意那点东西，就是处理给你了，对吧？所以说从这个点上就有认知到说，其实人家不是说不在乎钱，而且人家带有钱了，真的不在乎这些。对，正好人家并不傻，如果人家真的傻的话，他不可能会成为一个大老板董事的，对吧？就连这点东西他都辨认不出来的话，他怎么可能当得上那个董事长，对不对？对呀、啊。所以我有联想到说，其实每一个人他的追求啊，都是为了向往更美好的生活。比如说你说别人在路边摊捡垃圾捡瓶子呀，那些老太太她没有能力，但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对。但是她更好的生活她只是为了地上的。那现在比如说包括统帅啊，就师母啊，就是圣经里面的伟人啊，他们不爱地上的财，并不代表说他们不爱财，而是他们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是为其实更高一级的是更向往更美的家乡。对，就是、更美好的家乡你就知道了。对，更向往更美好的家乡。对，我忽然想到这些经文，而且讲到保罗在罗马书上也说过，以前我们怎么样畏罪做奴仆，拼命的去努力去干啥，反而我们重生了要转过来把这些努力做义的什么，做义的去迹，做义的这个奴仆，对，所以反过来了，对，反过来是更把以前的那种拼命，不是为了这个罪恶去拼命了，去做罪奴仆了，而是反过来为了上帝去做义的奴仆，对，就得到了这个，哎呦，而且这前几天老师说这个耶稣不爱财，其实不是不爱财，他是不爱地上的财。包括说不要欺抢财宝在地上，以前读了这些经文根本不明白，他到底说欺抢财宝在天上有什么东西，没有谁分享的那么很实在的一个，就是这样具体的一个这个分享啊，然后都是渺茫的，好像是幻想一样漂浮的，没有落地，没有想的那么详细哦，我就讲这些，感谢主。神要给你很大的人看见，看得很好，对吧？为什么他们期待也共享美好的家乡，就是这样，因为他共好美好的生，就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所有的苦楚，是为了共享美好的家乡，是就共好，说个现代话说，共好的生活质量，共好的生活质量，就是我说的，对不对？是我，你要不咱说现在现实的这样，多少人买了新房子吃泡面了？对呀、啊，多少人贷款，就是贷款买房，100万、200万、200万，都在吃泡面，没有钱，但是为了干什么？为了住了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嘛，有个家。他为了家不就是吗？天天吃泡面，没有钱，不就这样吗？不对吗？是，对不对？他不就是为了个家才吃泡面？我们今天就算天天吃泡面，也没什么东西，就无所谓嘛，那又怎么样？因为我的家不在这里。对呀、啊，我是真的，就算说这句话，你看没有？我真的就不落地了这句话，我
我的家不在这里，我是寄居者，对吧？因为我知道我有更加美好的家乡，因为我知道我要得到的是什么，我很清楚，就是我非常清楚上帝的国来临的时候我会得到什么东西，我很清楚，很清晰，是的，很清晰，房子也好，地角也好，多大也好，包括神给我的荣耀地位也好，我清楚的很，所以我觉得我大于他了。嗯，对，我也想分享一点，早霞可以为我做见证的。嗯，因为以前你要说说我是广西人，我就很没有自信，甚至我觉得很让我觉得自卑，很自卑。为什么？因为广西很贫穷嘛。然后所以刚才为什么你提到这个，一说到这个上帝的国的时候，应该是很自豪的嘛。嗯，所以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之后，就是说我认识到耶稣基督之后，我整个人我就引以为傲了嘛。我人这个神的国度，神的话，包括神对我的爱啊，对我的，我拥有了这个新的身份嘛，我就非常非常感到自豪。一提到神信仰这一块，耶稣这一块，我会感到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像得到瑞士的那种新的公民的那种身份一样。你是最能够看到了，你是我的见证人嘛。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不论在什么时候的阶段，我跟别人分享，我就是有那种，就是说我的身份不一样了，我跟以前不同了，我不仅仅是宝学士，我是天上的人，天上的荣耀，天上的盼望啊。所以就让我非常非常的有盼望，非常非常的自信，内心里面就有一种很无形的那种自信心在里面，就是那种盼望，那种自信，那种自信心，那种不一样的身份的那种自豪感。那种非常自豪的感觉，非常自豪，是因为我真的是落地在地上。所以今天你一分享出来，我就马上看到，就是从一开始信耶稣到现在，我跟很多人分享我的信仰的时候，为什么有那种底气，有这种信心，有这种盼望，有这种喜乐，为什么我看到很多很多信徒都没有？沙巴要成为青岛人了。对，我那现在也不是广西人。对，我也不是广西人。还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我看到很多信徒，为什么他们是愁眉苦脸的，都没有天人的样子，也没有说是基督徒的样子，甚至很多人都不敢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那种。那为什么我敢呢？为什么我就很自豪？所以我就一对比，我就觉得，哎，你看，虽然说原来我没有像他这么分析出来，这么具体，这么清楚。很清楚天上的国怎么样子，但是我原来我已经有了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神的国不在那里，不在这里，是在我的心里。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更多人能够真正落地，因为落地是在自己的心里，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落地啊，你不落地的话你在哪里啊？是真的，国是在你心里。落地就要转化成真实的现实，还说现实点，就是永远这个信仰是现实点，现实一些，别虚，别虚拟，对吧？越现实越好，越现实越好，就是说。对呀、啊，所以当时我在想，我不单是广西人了，因为当时我还没嫁给他嘛。我觉得我不单是广西人，我是天上的人，以后别说很引以为傲的，为傲的。网络，网络村。新西兰人，新西兰瑞士人，我不要往升高，对吧？所以说，通过这一次，我发现也很有意思。通过我们以后移民啊，包括我们针对于探究移民的事儿，可能会开启我们很多关于这个信仰方面的东西。对，越来越通，越来越明白。你要从这个国。刚好聊到这个移民的事，今天就说这个，我觉得也是上帝的旨意。其实神早就给我们了，早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意向和。不是，我说那个于静，我说那个通过移民这个事儿反映的信仰，不是说你跟刚才说那个事情。刚聊的这个事情，然后就正好今天讲这个事儿嘛，对，正好想这个主题。刚好你查到那个瓦努阿图这个。对呀、啊，那么多细节啊，风景啊，你看我们也窥，也是窥探的地嘛，窥探的地到底怎么样，人口多大多大，那个地图、人口、风貌、宗教、信语言，哎，它其实里面都很多，全都这样。嗯，发现没有？和语言的事也很有意思。语言这个在有时候可能没有注意，但是呢，你看你移民的时候你会注意什么？这个国家说什么语言，很有意思。没有语言，你去
你一明说你不在乎人家国家语言吗？你去了他就说，肯定注意啊！你像哑巴一样去了。等下去说哪个馒头在哪个地？为什么这样想说语言事？是因为这个包从那个巴比伦不是巴比伦，是从那个巴别塔开始，就是说一直到戊戌节，直入到直入，都讲了语言是什么意思？对，他们说句唱唱歌啊，那别人听不懂，就是他们自己都听不懂。包括天国的语言，就说明天国是有语言的，它是有语言的，天国是有语言的，说什么样的话？是的，语言。所以国家里面还没有文化、人文、人口，还有这个语言，它都是很重要因素。语言就是很重要因素，都是有国家概念的。所以说，你发现耶和华神创造这些东西都很奇妙，极其的奇妙。对吧？你回家试试，回家再细抠那个启示录里面，你再细抠里面的细节，你看他讲的那些东西很有意思。还有建筑风格，建筑，对，天气，天气候如何？气候，还有气候，四季也如春，对吧？因为那个光不是那种太阳光，那种基督的光。啊、嗯，基督的光，成年人不用光，这不是就是光就亮天气吗？这些事情，所以说很多细节我们就很有意思，很现实。还有没有人要分享吗？还有没有人要分享？不行，不积极主动就没机会了。没有什么感动，没有什么看见。好，你分享。以前不是在，我记得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最多就是我给我传递的就是那个钱不要长在地上，被虫子咬，被窟窿偷。其实以前听不懂，然后再加上今年一直也在学，还没有那么清晰。因为再加上今年不断在实践这个道嘛，然后再加上又讲到移民了，现在更加去，就是这个目标越来越清晰，就是我们接下来所追求的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包括我们现在为什么每一天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我打拼，我现在为了到底来到青岛，我打的拼的是什么？就是去这里，就移民要去天国，对，就是转化。对，其实我们今天一直也在讲到转化，这个道的转化，这个信仰的转化，就不断的去包括我们落地，都是在转化。其实以前就是说为了真的就是没有信仰，很虚的，现在都是来真的。你看，包括信仰也是。包括我们所信的什么，不管你现在，做赚钱也好，工作也好，所有的细节都是为了要去天国，对，都是来真的。对，来真的。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虽然在世界上穷的叮当响，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在天国里面有大丰富的财宝给我们。对呀、啊。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这是我们值得盼望的，没办法，谁盼望那些没有的呢？对不对？如果我是比世人可怜，我现在那儿。对，那雨弟兄带辆车，什么都想，就喇叭不响。好，还有没有分享吗？有没有想法？阿克有没有说？就是以前就是他家教义里面那种清贫的思想或者和尚那种思想，确实对一个人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就会。把你局限在一个范围内很难出来，但是现在讲到原来信靠耶稣基督，然后他的国度、他的财富、他的权力、荣耀，他跟地上繁荣牵强是非常的现实的啊，就是将自己从那种幻想当中拉回到现实当中啊，就是你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非常真实一点了。你干活就有饭吃，你不干活就没饭吃。你走信仰道路也是这样，你只有你一步对真理的认识也是一步一步的，通过你的理解、你的落地，再然后再行出来，你才会有结果，不然的话也是一场空嘛。所以说。一定要进入一种现实的一种环境当中去操练吧。从一点一滴的开始，一定要积极主动去操练，这是我目前需要突破的点。所以说
再说再多，你没有落地的话，也没用，只是些理论上是没有用的，就是只有文字的理解。就像师母在早上在车上说的，对那个，对意象的翻译的翻译工作当中一样，你师母说的跟你理解你听到的信息跟你翻译出的信息差别很大，就是说我们的信仰的认识再加上。跟你在实践当中，你的还有很大的一个落差，还有很多的一些停留在幻想阶段，必须一点点去。还有人是个事情，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的文化呀，这个教导啊，都是很大问题的。你比如说闷声发大财呀，闷声发大财。不要太高调啊，不要高举人啊。你发现这些东西啊，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什么意思？你偶尔发一个大财，别告别人怎么样？但是你发现没有？就因为我们好像脱了一种真实的现实，可能是文化，像约瑟，还拿着约瑟，法老把那个戒指戴给卡里诺，对不对？嗯，身份也变，这是身份，披上衣服，然后坐第二匹马车上。人家是彰显自己吗？但是我们中国人看来，那这个人高举自己，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思想，但是没有，他不是反过来想，哇，卢比的荣耀，约瑟，我有没有机会能成为他那样的人？你看这两个思想就不一样，我有没有机会能成为他那样的人？太棒了，跟这个人高举自己，嗯，这是我们的思想。我觉得我们思想也是成为我们一个紧箍咒一样，你知道吧？那绑就好像那种。本来呢是一个滑铲上你站了积极努力，后面呢它限制好多坎儿，闷声发大财啊，对不对？你不要高举人，不要羡慕他，过好自己生活就行了。你管他干什么？有钱戴个金项链，那个就不算了。那个就不叫做闷声发大财，那么真的发财。那暴发户。对呀，这不是。而错误理解就是我们错误在我们国度里面错误理解荣耀什么的，荣耀，因为我们国度里面对于荣耀是排斥的，贬低了荣耀，一个人的荣耀是贬低了。嗯，是在我们这个信仰里面，像在信耶稣的这个信仰里面，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你别高举人。不是在国家里面是一样，这国度里面是一样。其实是虚假，就是说你有荣耀。啊，你别说，你也别把你虚假心的，对，就是虚假的，明明就心里高了。对，但是呢，他背后就捅你刀子，就弄把你弄下来。啊，是。你比如说那个何贺，这是这里班长，表面上对吧，在这还班长这样子，不得。你也别高举自己，别骄傲自大，后面一刀把你捅下来。对不对？这就是我们那个国情一样，好像有文化，它并不是说一种。看到人家好吧，哎，这个人真棒。就是我们看，就是我们好像是国家人，看不得别人好。对，我们看不得别人好，就是别人好啊，你应该是什么一种赞美，一种什么？我觉得，哎呀，我想以后我也想成这样的，我也努力，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不是这样的，这太好了吧？诅咒他，感觉这个人运气真好，赶快下来吧。你看没有？那现在吧，东边上脸了吧？那现在你看怎么样了？对不对？对吧？暴发户了吧？就是说些话吧，就是说就看不得人好，人家凭借自己的努力，对呀，人家上来了吧，人家就是咱就看不得。对呀，人家赚了钱的，不能买一双高级鞋吗？对吧？你买四个鞋，然后就说你，你看没有？骚的，出洋相了，现在又开始洋相自己了，就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国情文化。好像也是一种很大的咒诅一样，确实是，就是没法正确看待积极阳光的事情，很黑很阴暗的东西。哎，自己呢，他们很想得到，你知道吧？他们不是不想得到，他们自己还很想得到。哎，就像那个不，人家就像这个信仰传来的不让传一样，对，不让不让传一样，我们不想了，然后又高举自己，对，人家传开，又说人家高举人了，对，别人传福音不行，别人传福音说你就高，那高举人了嘛？看你们这帮人都高举你，对吧？但到他们了，他们上去了，看没有？我们是真的，对吧？到自己了就不会这样想了。所以说你们知道，这国情很难，就是说我们这个难度就有多大了。让人去碰他，他就说哪里哪里，
对，你知道我是内心的骄傲，对，你就捧他可以，但是你说捧别人，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愿意又要离开这个国家，因为太虚伪了，虚伪是，太虚伪了，也太黑暗了，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哄你的，啊，对吧？对啊，你们想想这个事儿是不是如此想？虚伪的国家，聋的国家，嗯，想要还不说出来，嫉妒心很强，然后没意思。背后嫉妒也捅你刀子，是不是？你想要你努力呀，对不对？不给他，你自己得不到也，要他自己，你看他自己得不到也不努力，然后祝福别人了，就这样的循环。何哥需要我们以前的干事，是吗？何哥干都没干，胡思乱想都是一样，胡思乱想。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总认为呀，耶稣怎么就偏待他，对他就格外好，然后对谁谁谁就不好。其实耶稣很公平，就在这里面说这个，每个人都给他1000银子，不是给了这个人10000啊，或10000，给了你1000，他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其实都有努力的机会，并不是没有。可是我们老觉得说，哎呀，你看神就偏待他哦，为什么对他这样好，对我们怎么样？偏待他的话，又回到你前上次讲天平冲的问题了。那你没办法，他爷爷他爸爸做了好事，对吧？啊，记得对不对？累积了好多恩惠。天平冲。对吧？天平冲砝码的问题。嗯。对不对？那没办法，如果你做了多端的话，你肯定你起步也要很。你代代都做了多端，你指望耶和华神祝福？不可能的，因为他那么公义，关键他那么公义。所以说，为什么说要你想怎么样？你说我孩子学以利，我就为神就可以了嘛？我给他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就为神。对啊，就为神做工就行了，这是最大财富，比世界物质财富更好。为什么？耶和华神一个存在。嗯，对。对不对？对吧？你多积点德，多积点德，敬畏耶和华的你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对对，那你如果你不积德，你后面的你孩子肯定会受亏损。上面就说一代一代往上走，是咒诅三代四代，就是这样。对不对？敬畏耶和华，要祝福千代。说的这个向往美好啊，我突然想起上次跟伟弟兄去海边的时候。那时候感触也特别深，老师经常带我们去这里玩那里玩。其实老师有一个目的是让我们引上天上。对，那时候下海边，我跟伟弟说：“哇，这个地方这么漂亮。”老师说了一句：“将来天国比这个更……”对，为我对还说个点，为什么我愿意带你们到各个美好的地方？不是说单纯为了出去玩啊，我说没这没有意思，对吧？但是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说要吃那个？比如说那个五星级什么那个好久没去都忘了，喝酒对，为什么让你们去吃？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美食确实很丰富，因为很多人没有吃过，是因为里面的东西确实很高档次的，因为你们去让你们去看去体会你们的生活，就是的态度也会改变啊，也会改变。你比如说为第一次伊丽莎，我讲了伊丽莎，为什么这种带他去？他从来没有去过，也没有人陪他去，他去过的地方。对吧？就是家怎么你也知道，对吧？能去的地方，那他去的地方你也知道。我带他去往地方，希望什么？让知道这个耶和华神是很丰富的，不是说很不是为了吃而吃。然后呢，带你们去漂亮美好的地方去看一看，看什么？耶和华神创造很丰富多彩的，打开你们的心，就你们扩展度很高。我记得老师带我们去那儿玩的时候，余弟就说。哎呦，人还可以这样活着，对还可以这么喜乐，还可以玩儿。跟我讲完了，就是刚才我想说的这个点。其实，因为我是生长在本身就从小到大很穷的一个地，很穷嘛，对吧？霞姐，那时候我跟你这个点很相似，我以为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苦，就这一辈子就这么劳碌拼了，然后这个做这个做那个，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可以向往这么美好的。然后老师带我们去各样美景、各样的地方去，其实就是带向我们引向天国嘛。然后也觉得自己，哎呀。以前自己活得那么苦，为什么现在我也可以活得这么潇洒，是不是这么快活，对吧？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活得这么快活，然后也越来越发现说老师也这一直讲这个话题，发现你从广西从那个三咔咔，然后到这个没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城市，对吧？然后更最重要的是，他为了是带我们去天国这个更美好的地方。所以就觉得越讲越觉得越来越潇洒，就好像刚才老师说，我们就应该昂首挺胸的。有时候愁眉苦脸的，就是没有盼望，没有落地。对，没有落地，就是说现在讲的这一个，就对感触的更加深，越来越深。原来也可以，我们其实也可以向往美好，就是天更美好的是更美好的家乡，就是在天上。当时我们表弟，我们赚很多钱哈，我们去旅游一次，因为国外旅游不是很贵，国外旅游2-3千都能出去了。那你和明白老师每一次吃什么东西啊，都跟我们说，我们能同心在那个天府里吃个席儿。哎，耶和华神给我们预备的席儿，对，他老爱说这句话啊、哦。我们能在他席下坐在一起，谈谈我们，你看这非常美好。之前我也没有这样过，我就觉得这人每天就是苦啊，就是受苦，好像我们来就是为受苦的，来就没有享受这么一说。对，所以我老自己就是老师也以前说你难道就是为活过苦行僧吗？然后彰显自己虔诚吗？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耶稣并不是让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彰显自己虔诚，就是让我们向往美好，向往那个神的国，他那个地方的美好。可我们发现我们活得愁愁烦烦的，每天都是颠着个脸，到底是咋了？谁亏欠你了什么的啊？为什么？你看上外老师啊，一恋老师，你发现他们老是笑嘻嘻，你看跟我们走在一起，和小孩玩一样，特别开心。我就心里面，他们为什么那么洒脱？那生活也不见得他们好呀，也没见得他过得比咱们谁好到哪儿。哎，为什么他们就这么洒脱？就觉得人家那种向往、那种盼望，原来是从心里发出的。是。之前我真是没有，我家姑娘就知道。我妈就是在这个家里面，就是苦啊苦啊干啊干啊，然后给大家提供好了，自己不会享受。嗯。那后来以后我也可以享受了，我为什么不能享受呀、啊？是吧？神好像那个沙白老师说我这句话最多。难道耶和华神预备这么丰富，就让你一个人躲到厨房里面那苦哈哈吗？连大家都在享受，你一个人苦哈哈？哎，就是哦，怎么和我家女儿原来说的是一样呢？所以我们是一样的。其实以前的讲教育也是苦行僧嘛，对吧？对，你所以说，就让你中国也好，要不然就是就是说那个追求事业成功成学啊，我发大财了，信耶稣发大财，对吧？但是发事业更麻烦，要不然就苦行僧那儿了。对对，就是怎么需要靠自己。这种手段真的很高明，咱哪天多少路上？我跟你说，咱哪天顶店的如果说越来越好了，我们带大家出去旅游了，看看。可能很多人都说完了，你看那个以利亚那个极端分子，你看现在带大家发财，就是发财这个世界是路吗？游山玩水又上来了，他玩水了，你看。把天安开的信仰我有，我对突然想到一句经文，那句话已经记得很有意有时就当时啊，这句话如果你没有把另外一句经文耶稣说的你要积累财富在天国，你没有把这前后的这样应用起来的话，你还真的以为是苦行僧呢。有意有时，我跟你讲，对，就是保罗说讲有意有时，包括我可以处贫穷处富足，都是讲他讲这个心态，心就是我们在世界上不要被世界所捆绑的一种心态。对，你不管是有钱或没钱，或者过就是在经历着这个大患难的过程当中，包括进入天国里面，进入各种各样的这个环境啊，我们都不要用跟有什么样的抱怨这个环境，而是你要知道，我们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别人对你的资助，也可能你过得很贫穷，但是都无所谓，有钱没钱都，因为我们是寄居者，所以说寄居者的这种生活态度来应对这些东西，而并不是把你捆绑住了，让你拿钱。拿不出来，对吧？就是变成另外一种什么，就变成一种你被捆绑了很，就是你被世界的捆绑，而不是说那种像很开放无所谓，你知道吗？有钱没钱都一样，我的国不在这里，就这样的心态的话你才能走出来，要不然的话你依然，要不然的话你就被世界捆绑很厉害，要不然你就苦行僧，很就会走成另外一种很极端的这种思想，出不来，害怕，比如害怕什么的，就是没有那么害怕了。
而且人家主耶稣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在任何环境都要感恩嘛，以他为乐嘛，是，这才是最大的目的嘛。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原来讲见证的时候，我说我都晕倒了，我饿晕倒了，我还那么积极乐观的原因，就是我知道我去哪里啊，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我又不是盲目的相信，是我盲目的乐，我不是盲目的，就像保罗说的，我斗拳我不是打空气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我为什么有盼望，我将来要到哪里去，清清楚楚的，所以你才会在任何环境你就会喜乐，你就会有盼望，是你就不会说哎呀就是天塌下来了你就好像愁眉苦脸的，好像别人欠你一样。确实同样的读，为什么会感受到天塌下来的感觉，是因为你被世界捆绑太严重了，没有看清楚事实，没有看清楚得到，就还是没有看清楚我们会得到什么东西，对，就是 看清楚了吧，就是啥事啊，啥事也没有，啥事啊，是的，只要不把上帝的国给拿走，啥事啊，是，对不对，啥事都没有，啥事本来就寄居者嘛，对不对，对，今天逢过好日子，明天逢过不好日子，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呢，对不对，反正人生不在一张，人生不过就几十年时间，那又怎么样呢，就是，对不对，我为了几十年，我以后去移民到上帝的国家，我值了，对，我很值啊。对，为什么？确实是。突然想起保罗说的那个句话，地上之行的苦楚，对吧？嗯。用这个地上的可以换永远的，太值了。太值了，就说你是看明白的人吧，就说心里很坦，心里很光，你知道吗？心里很舒服。对啊，而且对你是真的，你看明白了，你不管遇到什么环境，真的你不可能愁的，你就算愁也是那么一点，一下子就瞬间完了，就是你愁不下去，没有理由愁。愁不下去，愁的找愁的理由都很难。首先啊，你先有盼望，找个愁的理由都很难。对，除非你对于这个没盼望，那就天天愁。除非你对于上帝的国没有盼望，这个问题就回到这个，其实所有的根儿。这所有的根儿在这里，上帝的国的问题。你到底想不想移民到上帝的国家了？你既然想移民了，你就有盼望。除非你根本，要不然你没搞懂，要不然你不信，要不然你无所谓，他只能是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对不对？对吧？也不是说没有指望的人了呀。一个有盼望的人，其实就不应该是愁愁。如果你给我100万或者1亿，让我愁眉苦脸，或者让我痛苦，我做不到。但是你就是，如果你信仰没落地，就是没有天国的人，你就是今天再有钱，你是愁眉苦脸的，天天愁眉苦脸，不知道愁啥。我觉得如果真的来看到师母跟老师整天愁眉苦脸，我之前就觉得啥都行，可能我们也会给你。所以我觉得师母的喜乐，包括老师他们确实影响力很大，大得很，对不对？就是说他也是40，感觉有多少岁了？差不多41奔四了吧，奔四了，对不对？但是他那种喜乐不是那种喜乐，不是装出来的，那是真正由心发出来的。不能，你装也装不出来，你装也装，天天装装。装开心，装了很开心，因为气装，不是，他闷声发大财了，哈哈哈哈哈哈，闷声装喜乐，装喜乐，闷声在婚姻上，心里很苦，我这装喜乐，去到别人家里生活，哪里装的，对呀，装的苦，装苦了，就是去年一来，我就发现这波人咋不一样了，咋是这样的，都也没觉得怎么样发财，怎么活这么喜乐。确实是发大财了，确实是发大财了。跟你说，今天赚赚多少钱？今天上面就是人老师，今天赚多少钱？你积累了多少财富？你在天国里，你计划你要盖多大的房子？你想住多大的别墅？对，哦哟，老师往这方面引导，对对对，所以你越走越动力啊！我在家做的越多，天上一直给我累着呢。对，其实跟移民里，你看那个彼得跟那个。保罗他鼓励受到苦难的时候还有什么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对吧？对，就是如果我们如果饼店那个刚开始很简单，老师也就别这样别这样就完了，而且是思维说哎但是老师不是这样，老师都是经常开开心，上帝会开路，什么对吧？对，每一次跟他买东西的时候买错了，花好多钱买错了，哎，回来，哎，没事没事哦，
下一次的时候咱们在上面吃那个铁板鱿鱼烧，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时候把它难住了。那咱值得他生气啊，值得他怎么样，就很少找出来这样的事儿。就不会跟我们聊那种失去盼望啊，那种从来不消极啊，那种给你走到尽头没路了那种，那都是从来不会的呀。确实，我就听不见消极的那话，而且他都不让你有消极的思想。我都说，那天我们经理又说句话，我说表面短兵不做，大不了我们装就装，你让表所有人是这样穿着卖的吗？那是最差了嘛，还能怎么样？就无所谓嘛，这事儿对不对？只要我们有，只要我们有盼望，什么事都能成就。就怕我们自己的没盼望，自己没盼望，绝望，对不对？那我就没什么情况，对不对？所以说世界上说火车跑得快，就看那车头带。你的车头要没有油，啥也没用，那就带不起来。你说你是这样的，他肯定底下的兵也是这样。对，你说是吗？你们就笑，天天那么开心，大有盼望，那我觉得底下的人也不会差的太厉害了，太离谱了。就像使徒保罗，他也是，对吧？也是鼓励信徒要喜乐嘛，对吧？就我遇到什么逼迫，他还是有这样的鼓励，确实也是要这么做。当时我跟你讲，像尼禄时代了。就是说那个残酷度能有多高呀，那是真的是把你抓进土，这穿上羊皮的容易竞技场，容易竞技场里面所有人罗马人的观看，狮子咬你，这个人家很残酷的事情，真的很残酷了。还能说那个在那个时候彼得说话，你们现在啊，就是说这个受着苦你要忍耐，这是耶和华人考验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得到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说大大鼓励他们，你知道吗？没有鼓励的话，你像抓一个容易失控的，抓一个容易狮子堆里面，你像我都就看狮子要咬他们还举起手来，哈利路亚那种啊。就说这都是喜乐，这都是这都是什么真实的，你知道吗？真实的。所以说我们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基督徒，你看世界上你说信的这些基督徒，就叫世界基督徒。之前咱不明白，现在就知道这是世界基督徒。其实没有虚拟，真是没有虚拟的。为什么人家送那么多？我就想起那天下冰雹，我跑出来举手那天，太高兴了，真的，好东西全部砸烂了，我不知道哪来的那个喜乐，哇，就是明明是砸烂了的东西，等了好久了，当时说是要，当时说没有砸烂，结果去了地点没砸烂，说是要给你开开心心的去。所以说我们现在心态就是说，你发现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信仰里面有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是大有盼望，还有喜乐。对呀、啊，没有让你这个臭名苦脸的这个理由，你找个理由，你找个理由吧，然后这个沮丧的脸的理由是什么？除非当然，除非我去不了了，我肯定，除非去不了，肯定去不了，那就爱哭切是吧？爱哭切这两个字，说爱哭切什么急？忧忧愁愁能解决的事儿了，爱哭了，确实、嗯，大声在那儿哭吧，痛苦啊，没进去，对啊，反正永远灭亡了，爱哭了，对，所以说信仰，信仰就是如此。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啊，没时间。